WD 三個字其實係 Wait Until Dawn 等待黎明嘅意思啦。咁因為我哋想香港人喺黎明嚟到之前都繼續團結一齊。都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车仔面和街边的食真是那么难咩？我终于找到一家在万锦广场的 food court 里面，他们有香港地道的小食，有咸有甜有酸有冻有热，讲些东西给你们听，他是来自黄大仙的街坊，个个都识的大家姐，地址是万锦广场家乐美食坊，卡洛 express 只此一家，外卖请电905604-8300 905604-8300，记得快点去帮衬啊。曾共渡困阻奔波每一年，如同路患难每刻，总有支持无分离，和明天一起每天曾盼望同寄望，分享这信念，无论异地或隔阻，总可再见面，携同着决意的理想奔向飞驰，心一起同行，不孤单一人，齐抵抗暴雨，一起看自由祈求万世到末年，荣光民主同行。 Spirit of Hong Kong。在多倫多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車仔麵和街邊的食真是那麼難嗎？我終於找到一家在萬錦廣場的 food court 裡面，他們有香港地道的小食，有鹹有甜有酸有凍有熱，講些東西給你們聽，他是來自黃大仙的街坊，個個都認識的大家姐，地址是萬錦廣場家樂美食坊，卡洛 express 只此一家，外賣請電905604-8300 905604-8300，記得快點去幫襯啊。哇哇哇，好正啊！哎呀呀，唔使斋喺度羡慕人睇到极光啦，自己决定去睇咪得咯。2023年1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属于你嘅极光啦。有人话一生人一定要点都睇一次极光噶，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遥游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电话去 book 啦！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好多时候都会有碰钉嘅机会。我哋成日都会讲安居乐业，安定嘅居所系行先嘅第一步。地产威廉用佢嘅独特眼光、专业经验，一定会帮到你哋揾到一个安定嘅居所。无论系租屋或者系买卖，拣啱先至买。无论你是新来也好，回来也好，咁香港嚟嘅朋友咧，我知道要重新再适应一个地方咧，系非常之困难嘅。点都好，打俾我，地产威廉6478968939，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帮你哋。Hi， 大家好，我叫 Jason， 系 TT Auto Beauty 嘅负责人。咁咧，我哋 TT Auto Beauty 咧就主要會可以做到車身嘅保護貼啦、鑽飾貼啦，同埋玻璃隔熱膜。咁咧，我哋喺香港咧其實已經有7年嘅經驗嘅。咁希望就將我哋嗰個經驗啦，同埋一啲好嘅 product 咧帶嚟加拿大，為香港人服務。无论去到边度都好，香港人，我哋 TT Auto Beauty 一定撑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y， 是 iPro Driving School 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喺 iPro Driving School 学车嘅话，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啦，系 www.iprodriving.com， 又或者俾 SMS 我啊，系6479638。
6025。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保险即刻有 discount。快啲上 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6479636025登记啦！香港人加油！我会用8个字形容咏春，就系来、留、去、送、甩、手、直、冲。即是说做到就赢。咏春方永康拳术馆，团体或个人授课查询6479283972。回顾这一年，大家欢笑过，大家伤心过，大家轻松过，大家担忧过。无论这一年如何，感激身边有着大家。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安好。传承香港精神， 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主场。全球造星又同大家见面，我哋喺呢个舒服嘅地方，希望今日又擦出火花。喺我身边咧就系黄冠能，我个好 partner 就系港加联嘅政策研究。咁咧就希望大家已经睇完上一集咧，已经去联署咗一个即系嗰个我哋讲叫做 FITR 嘅一个联署啦。希望对即系尽翻自己嘅责任，保护翻自己嘅核心价值喺加拿大里边。希望香港人又好，同我哋民族，但系同一理念的人都有一個好的捍衛咁樣。喂，我不知道你有冇留意啊？最近咧，我哋知道我哋嘅市咧就好窮啊！就我其實有一個咁嘅諗法，哇死啦！見到英國百名漢嚇、破產，有個技術性破產。我啊見到周志偉上場之後咧，多倫多大多倫多市咧周圍撲水，你就感覺到喂，可唔可以即係難民嗰度啊？入到嚟之後又問啊，即係聯邦嗰邊可攞錢，聯邦又拱落去，即係呢個省嗰度。你嗰陣時 Covid 咁多錢，你係咪俾啲我哋啊？即係先講嗰度唔知70多萬嗰條數俾咗先。如果成個我哋要填氹，咁我哋知道啦，即係要睇嚟都係事在必行嗰、那個，即係嗰啲 parking 又要貴啲啦。可能嗰、那個可能有機會加税啦，喺即係大多市嗰度，即係同埋嗰啲貴嘅樓啦。如果你係貴樓嘅業主咧。嗰、那個轉讓税咧，嗰、那個叫做係咪叫 land transfer tax？ 咁就我諗你都唔會太肉痛嘅，因為你有個300万嘅樓，咁我就永遠冇呢個問題嘅，即係暫時冇啦。希望冇得希望啊，冇呢個問題。嗱，即係呢樣嘢咧，即係有啲諗法，即係話其實當個市嗰啲分配，我哋又唔係好了解，即係加拿大係三級制，三級成本。啲人就成日問，喂，即係我做朝頭早節目都遇到，即係阿 Fiona 成日都有問下我。咁佢唔係直接問聯邦政府攞錢就得㗎啦咩？即係因為點解咧？嗱，喂 ，Toronto 嘛，好出名嘅城市啦。咁我就算唔係安省都應該出名啦啩，好多選票嘅喎。咁點解成日都即係嗰、那個即係資嗰個分配上高啊，福利上高啊？我好擔心，即係大多人多事會唔會好似百名漢咁啊？係啊，佢哋應該都擔心呢個問題，所以點解要搞？即周志偉一上場，第一件事要處理的就是呢個收税問題。是但是即係呢個係好神奇的、嗯、一個屬於 NDP 背景，即左翼的思考的背景，通常是派錢的嘛。又要搞收税咁樣，咁跟住咧，以前嗰個 John Tory 就應該是屬於保守背景的，反而他又不是大力咧即刻去處理那個收支平衡的問題。咁講到底咧，就係嗰個問題誒，依家係加拿大比較複雜啲嘅、嗯，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嘅朋友未必好了解一樣嘢，因為香港一層過嘅啫嘛。但係你諗下，再古老啲，有區域市政局嘅年代咧，咁你咪有兩級嘅議會啊，至少
區議會叫有第三區，但係區議會冇正式分定嘅啦，係嘛？咁而家呢度咧就係三個級：聯邦、省、市。咁市嗰度係麻煩啲啊，即係話萬錦咁樣，咁其實你又跟埋 York Region 嗰度又另一條數咁樣，咁嗰度有啲複雜。咁但係我用 City of Toronto 咁咪簡單啲啊，就正式就咁三級。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三級政府之間咧喺個佢一個 Constitution 裏邊嗰個憲法裏邊咧，有啲位係寫得好清楚嘅，即係教育係屬於省級要處理，醫療係省級處理，咁交通就城市。是啦，即係好似 TTC 咁啊，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其實但係起嗰下咧又係省，甚至乎有時聯邦，即係如果睇你嗰條 highway 揩唔揩到落去，即係接軌去第二度，都其實得嗰條一號係咩嘅啫嘛，407嗰陣時候起，407嗰條可能俾少少分定你咯，叫做咁，但係嗰度唔係，即係最主要你所謂嘅四字頭嗰扎公路，全部係安省省級嘅公路，即係加拿大呢樣嘢就好奇怪嘅，你美國咧就係個聯邦政府都有翻咁上大噶嘛，佢哋嗰啲 interstate 嗰啲 I 字嗰啲咧。佢就起到一個好勁嘅網絡出嚟噶嘛，你唔係呢度咧，好多時候都係靠淨係省自己做咁樣。咁於是你發覺加拿大咧就係省級嗰度好大權，然之後省咧再決定佢下放幾多權力俾個市，所以你咪見到德福咪走去搞話啊，我哋依家要搞咩strong mayor 咩強市長啊嘛。咩各個地方我哋諗住做一個好似 Santa Claus 咁啦，即係佢大家又改革嗰個市政啦，咩咁樣，跟住突然間又可以話你多倫多就嚟市選啊！我突然間改你嗰、那個市裏邊市議員嗰個數嗰、那個人數市議員人數咁樣，甚至有時劃分啲 region 又都係啦，又突然間搞你咁樣，因為其實個省喺裏邊係好大嘅權力啊，咁於是你會出現咧有好大堆嘅呢啲咁嘅財政嘅嘢，其實係一個省嘅政府級數嗰度要做嘅。即係我自己最貼身嘅就係送個仔去 daycare 啦。OK， 依家 daycare 下年開始$10。哦，喂，唔係行一日，唔係行咗$10嘅咩？未正式行曬嘅，因為佢係 gradually 一路去。哦，咁啊，佢點做咧？就係聯邦政府同省政府傾掂數，聯邦政府會放錢落嚟俾省政府，省政府再執行呢樣嘢，就 gradually 咧，我第一年咧就減四分一，今年依家咧就一半，再下年咧就行到你$10啦，大概$10啫喎，都唔係話一定係 exactly $10啊，依家 exactly 下年係咩數字唔知道，但係應該係$10.15咁，我諗咁上一位啦，咁。那個分定就嚟自於聯邦政府，而省政府可能都出少少，出一啲咁樣。咁但係教育唔係應該你省嘅咩？係啊。有嗱，所以呢啲位咧就好矛盾嘅。你所以有陣時你要諗清楚咧。我成日都話咧，嗰、那個省選舉對上嗰次省選舉咁少人投票咧，其實好大問題。大家其實搞錯了，最直接影響你的那個選舉是省選舉。哎呀，我們經常都掛著那個聯邦大選，聯邦政府那裡，聯邦呢，處理很多的事不是不重要，軍事啦、外交啦，是不是？但是跟著呢，就可能他是，可能例如說現在經常說候選這樣，候選很煩的，候選呢，在聯邦政府的級別呢，其實他可以做的事是有限的。實質的權力最大可能是多仲喺省度。如果唔係，上次就唔會有個勾地事件出嚟啦。係啦，嗰個叫咩？綠 Green Belt 啊 ，Green Belt 綠帶啊，嗰個問題。嗯，係啊，批地嗰下係省政府噶嘛。嗯 ，OK， 咁所以咧，大家要諗咧，你嗰個税收嘅時候咧，你俾緊個税嚇，其實你俾緊好大嚿咧，係個省收你個税。嗯 ，Provincial Tax 係啊。咁而家多倫多市政府出現嘅問題就係咧，省啊俾唔夠錢落嚟，又要咧有好多其他嘅處理，例如話homeless 嘅問題。OK， 咁你對於一個 homeless 嘅人嚟講，佢最能夠去乞食啊，咁樣去攞得到錢咧，或者最容易攞得到，佢唔使揸車唔使剩咧，一定係喺翻市中心裏邊。所以點解你見到
downtown 就最多露宿者就係咁。但係佢哋最容易揾到食，最容易可以至少係嗰個交通或者甚至人行係可以解決。又或者佢要瞓喺某條街過夜嘅。係啦，或者要揾間 church 去過夜嘅，諸如此類，都依然係喺市中心最容易揾得到，所以喺曬度。咁個問題就係嚟啦，咁你呢扎人口可能甚至本來就唔係多人多嘅市嘅人，都入埋嚟，南下。咁你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需要，或者之前講難民嘅問題啦 ，OK 嗱，或者甚至講我哋好多嚟香港我哋移民過嚟嘅落腳，你第一個咧都係諗真係喺 City of Toronto 度生活先嘅，係咪？因為你嗰度最方便，你要申請呢樣嗰樣諸如此類。搭地鐵啊，交通啊，最方便搭巴士、地鐵最平嗰只。穩定咗啲，你先至會搬出去萬錦啊，或者去 Scarborough 啊咁樣噶嘛。咁你要諗下成件事都係咁樣，所以點解 City of Toronto 好大負擔嘅？其實首當其衝啊嘛。其實好多嘢唔係 City of Toronto 自己想嘅，而係你作為一個最大嘅城市，你係會一定會擔負擔起呢啲咁嘅。我就想問一問啦，嗱，聯邦嗰時嗱，佢有難民政策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烏克蘭又好，阿富汗又好，伊朗咁樣入嚟嚇。點解嗱？佢哋所謂我批咗你入嚟。咁其實某程度上，佢批你入嚟就係嗰個入境嗰個手續啦，就係聯邦嘅事啦。咁又攞咗 top 咗個 visa， 你入咗嚟啦，攞到個難民身份、或者係一個即係佢哋特定嘅 visa。咁樣點解嗰扎人嗰度係佢有呢個身份之後，嗰、那個 assistance 唔係即刻聯邦會有一個配套係俾佢？點解會嗰、那個照計要俾錢？即係有真係難民身份確認咗，佢有少少即係生活費啊咁樣嘅，即係有啲最基本嘅。但係嗰度我諗除咗嗰個費用之外，跟住就係嗰個援助嘅費用，嗰度可能似乎冇即刻嚟找數啦。跟住仲有一批難民可能繼續揾唔到地方住，跟住喺嗰啲公園啊嗰啲度露宿緊啦，係咪？咁呢類型嘅問題，其實聯邦政府係應該要即刻俾錢。所以周志偉就上咗去同佢傾啦。嗱，我知道咧 ，so far 我哋睇嗰個報道咧，感覺嗱，即係省長就似乎同佢麻麻地好關係啦。聽落去啊，咁啊杜魯多佢上去同佢傾，或者同嗰個叫做房屋政策或者係移民部部長，因為呢輪全部都係大家忙緊，就係話喂。點啊？你唔係 first priority 咯？係咯，唔係 priority， 因為城市你嘅 priority 就係填氹啊嘛，十億噶嘛，今年要。係啊，喂！而家對杜魯多政府嚟講，最大單就梗係我快啲搞掂我民望啦。你如果唔係嘅話，兩年之後再選舉，我點玩啊？係，即係但係呢，於是我俾嚿錢出嚟解決你多人多事嘅問題，我可唔可以得到選票先？可能唔得喎，可能都係益咗你周志偉啫喎，咁樣。咁但係你又冇咁快要選舉啊？我又唔使買你帳啊，係咪？咁你自己度下先啦。係啦，咁但係你新官上任把火依家就頂你啦。咁當然係。咁但係嗰個都係點講啊？相對於嗰十億小數目啊，講真係咪？你嗰十億有好多嘅問題係省政府係要俾錢嘅，其實。佢拖住啊嘛。拖住，喂嗰、那個例如話，嗰、那個。高嗰個 transit 嗰個 system 就係省政府啦、啊、，TTC 個運作就係市啦。咁嗰度兩者之間嗰個接駁咧，你而家咪要兩次錢嘅。如果你搭公共交通落去，代入火車跟住轉 TTC， 你要俾兩次錢噶嘛。嗰度變成 transit 唔使俾你兩次錢咧，可以一次過搞掂咧。嗰樣嘢而家又講到話出年二月係啦，出年二月三月。大佬有冇咁慢啊，大佬？喂，加拿大啊，呢位新朋友。唔係呢個問題，即係你，即係呢個嘢已經公布咗，本來係上要做噶啦。係啊，好似唔知係即係今年三月啦，已經話要做啦。咁啊，搞咗一年，你仲要同個市政府又要傾呢樣傾嗰樣，又係錢嘅問題啦。係，又係傾數嘅問題。同埋對於省嚟講，又係嗰樣嘢啦，又唔係即係燃眉之急攞選票。係啦。佢又冇咩嘢需要掰你喎。呢個係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省級同嗰個市級之間咧，佢又即係加拿大就三級政府嘅政黨咧係冇直接關係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樣嘢？你同樣都係保守黨咁叫做先算啦。但係兩支
幾個之間咧係冇互相之間直接嘅關係嘅，只係叫做盟友，大家幫下手，互相之間啲人可能係走嚟走去嘅。咁但係到你選舉嘅時候，你個黨嘅事就唔係我個黨嘅事啊，就吹漲嘅。咁而家呢種情況，所以都係有冇必要？就算你話我之前裝 Tory 嘅政府咁樣，你冇錯係自己保守黨嘅人啦、啊。OK。都不代表他要幫你、哎、嗱，你講得很好。不過如果我哋環顧嗰個加拿大的政治咧，都係要看翻佢哋自己嘅盟友。嗱，似乎好似三級政府裏面大家的選嘅嘢唔同啊，議題不同啊，或者係我冇理應要幫你。冇錯。但是他哋互相能夠邊個 endorse 邊個，有可能在個大選的時候，即如果大家是一個比較即係啱傾嘅。我覺得咧，傾起上嚟咧，個錢咧會快到位啲。我就感覺到周志偉咧，佢係上咗嚟咧，其實代表我哋即係多元族裔啊、香港啊、新移民呢個咧，係一個幾新嘅景象嚟嘅。其實，但係越新景象嘅嘢咧，就真係困難重重。因為點解咧？你唔係個個最 favorite 啊嘛，大佬。保守黨就係保守啊嘛，就係、是、唔喜歡呢種咁嘅轉變。就係而家就係轉變俾你睇。係啦。咁佢咪俾翻即係有少少顏色咯，即係唔係即係話市。看落去好簡單啦，即係水喉嗱，啲街清潔咁樣。但係個問題係，下下都係政治嚟噶嘛，考量嚟噶嘛。光譜上偏左嘅，中間偏左嘅周志偉咁樣嚟計，或者甚至而家係自由黨咁嚟計，佢哋通常諗嘢都係話，我可能都同意需要某程度 balance budget， 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唔想 cut 福利嘅。係啊，如果唔係佢就真係俾人刮噶。係啦，佢哋第一件事係。收税嚟為咗乜嘢？收税嚟其中一樣嘢就係照顧弱勢社群嘛。尤其是周志偉嘅，即係喺佢個政綱呢種嘅政治理念嘅人係會咁樣諗啊嘛。咁所以佢第一件事點解佢係加税，而唔係去話減福利、減一啲支出？因為其實好多支出咧係必須嘅。冇辦法，你而家講緊咁多 homeless 啊，咁或者即係呢個房屋嘅短缺啊，又或者心係啦係啦，而家要起緊啲即係太貴啊嘛，啲人afford唔到啊嘛，咁你要做噶嘛，你可能要做一啲叫 social housing 啦，即係類似於香港公屋嘅嘢啦，類似啦，但係你知加拿大冇乜公屋嘅，其實實質上，但係類似嘅嘢啦，或者要做一啲政策，可能促進下。起樓啊，咁但係都係錢嚟噶嘛，你好多政策係要錢做噶嘛，而你需要呢個錢去解決呢啲問題，咁於是佢哋諗嘅嗰樣嘢唔係 cut， 而係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咁但係就係出咗問題啦，收入咧其實理應係省政府應該要撥款落嚟，要幫助嗰個市去做，咁但係。好明顯啦，即係頭先都講啦，唔係好傾掂數啦。呢個其一，不過其二就係咁，可能多倫多市政府都覺得咁，我呢度都係有錢，係咪？咁我順手咯，因為税收咧，除咗話收嚟我嚟提供啲服務，或者嚟起路啊、修路啊、鏟雪啊、收垃圾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有一個作用就係我喺某一啲位度特登要收你税。啊，譬如最經典就通常就係酒啦、煙啦呢啲，我唔鼓勵你買嘅，咁咪收你重啲税咯。博彩税啦，係啦，博彩税啦，係啦，呢類咁嘢。咁收咗個税之後，可能有一定嘅作用嘅啦。我收完個税，即刻就攞去，其實就係醫肺癌啊。收咗博彩税就係為咗我嚟解決你。即係香港馬會啦，即係賭啦，係啦。香港馬會啦，或者做慈善啦，係啦。香港馬會當然都係啦。咁但係對於個市嚟講，咁啊，梗係。剛才說啦，三百萬以上那些梗係收你税啦，税啦，山頂住喎，係咪啊？嚇，紅屋半島，係咯，嗰啲收唔到嗰啲就慘啦，真係。即係你收嗰個税，於是咧同一時間係有一個咁嘅作用，就係 discourage 某一啲行為，嚇，令到你唔好買貴樓啦，唔好搶高啲樓價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喂，大佬，你加完之後咪仲貴咗咁啊？咁但係我淨係加貴嗰邊啫嘛，係咪？你一般人需要住嘅嗰啲嗰邊我唔加噶嘛。所以你見到周志偉喺嗰、那個選情啊，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褪翻兩個月前嗰陣時候咧，兩三個月啦，
咁你就見到當時咧，你好 surprise 地咧，即係當然即係叮當都有啲近近地嘅，好似即係最初佢領先好大，跟住後邊有個女嘅追上嚟，就係 which is John Tory， 即係特別去即係幫佢 endorse 嘅。你會見到周志偉其實好多嗰啲選票啊，例如喺 downtown 一啲區社區裏邊咧，其實嗰班係比較佢好早以嚟咧已經係社會嗰個參與啊、平權啊一啲比較即係。貧窮線嗰啲社會關係嘅嘢，所以你見到佢其實某程度上，佢即係勢成騎虎，佢冇得話我褪落嚟做翻一個即係好似 John Tory 嘅 approach 嘅，因為佢真係靠呢啲人上位噶嘛。都呢個係政治現實問題，但係佢嘅政治理念亦都係唔會咁樣行喎，冇可能。佢嘅即係你頭先講都係佢嘅盟友，全部都係呢一類型嘅人。係你冇理由推理上嚟嗰扎人，突然間你全部嘅政策，咁你真係肯定兩邊都係敵人。係啊，冇。亦都係一個咩嚟嘅税收呢樣嘢咧，亦都好反映就係嗰個即係制定政策者嘅對於一個社會嘅財富應該點樣分配或者點樣運用嘅一個反應嚟。因為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咧，個税收咧，如果越係左傾嘅咧，越係認為個税收應該所謂叫累進税，嗯，就係你越有錢咧。你所俾嘅比例咧，應該越高嘅，係，好啊。咁你越係窮咧，你應該比例上唔係話你完全唔交嘅，係你可能俾少啲，嗯，係嘛？而可能偏向保守啊，或者自由經濟嗰邊咧，就覺得係税嚟噶，越低越好啦，嗯，或者咧，同埋咧就係即係叫藏富於民啦，啊，嗯，或者係你有錢嘅人咧，最好就係你派錢得唔得啊？留翻啲錢俾啲有錢人。咁啲有錢人咧就會做生意，咁於是大旺經濟，咁跟住佢就或者佢會使錢買架法拉利住住佢，咁佢個 spend 咗個錢咧，咁佢就 multiply effect 啦，係啦，就會 trickle down 啦，所以叫滴漏落嚟個效應，咁就個個都一齊富有啊，咁樣或者就話個政府咧唔應該做咁多嘢，因為政府咧好慢嘅，嗯，政府啲嘢咧就亦都好 inefficient， 同埋好多 cut 啲部門啦 ，bureaucrat 啦，係啦，即係好多啲 red tape 啊，好多啲各種程序啊，於是令到你裏邊咧好浪費嘅嚇，嗯，我哋個市場就最係最好啦，因為市場最 efficient，嗯，OK， 有呢種信念上嘅分別嚇。咁於是佢哋都會覺得個税越低越好，同埋咧唔需要累進得咁咩嘅，個個都一齊交啦。咁，嗯，其中一種即係比較上嘅，甚至喺比例上係累退咧嘅税咧，就係，是，你大家交緊嗰個買嘢嘅時候嗰個消費税 GST 係係啊，因為嗰個點解咧？我同樣都買部電話咁先算啦。OK 都。其實而家都必需品啦，係咪？你有錢定窮咧冇關係，只要你部電話係咁多錢，一千蚊咁先算啦，嗯，就有税收啦。咁就係一千蚊個13%，就係咁多啦，嗯。你有錢同你窮咧係冇關係，同你而家我哋講緊嚟話，你講緊真係你每年交嗰個税，或者你講緊 OHIP 啊嗰個醫療嗰度咁樣。他們是說你越是有錢，你收入越高，你給的稅率會越高嘛，嗯，okay？ 大家可能要留意，有些人就以為這樣累進很不公平的，我現在我下年賺多了10,000元，難道我就被你懲罰呢？對啦，被你懲罰呢，樣某個角度來看呢，你可以這樣想，但是同一時間呢，那個公平的就是你當你冇過10,000元嘅時候咧，你俾嘅税係一樣嘅，因為佢係講緊你最初嘅嗰個稅率咁多嘅錢，直至到幾多萬，係啦，一年先至係計緊低嗰，那個，跟住下一陣就先係高嗰，那個，再下一陣先係再高嗰，那個。咁你於是咧係你突然間，我收多咗嗰10,000元，咁就另外再分翻落嗰個税階度。你係最尾嗰度可能得1,000元，係先係真係收你40%+嘅啫。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嚟到最唔慣嘅地方啦。因為點解咧？香港人咧基本上嗰你揾幾多我交税冇所謂。一來加香港嘅税係好低啦，全世界都知道啦，10%+嘅啫。其實呢邊有限公司咧都平㗎，即係講緊係12%嘅啫嚇。
但是 OK， 你講緊嗰樣嘢咧就係、是，譬如你做一個專業啦，會計師、律師、各樣師啦，即、就、係、是、好似阿醫生咁樣先算。就有人講嘅講法就話，加拿大呢度嘅政府呢個系統咧，個稅收系統咧，鼓勵啲人咧係盡量唔好咁勤力嘅。你唔鼓勵人成功嘅，即係個醫生係 cap 咗喺某個錢，所以你見到啲醫生點解去到會出現有人揾唔到醫生嘅咧？呢個實在太離譜啦！即係哇，原來佢我再做，原來嗰啲錢突咗出嚟，嗰、那個佢已經去到最高嗰個 top tier 嗰度嘅稅收入，你每揾一蚊都係俾翻佢嘅時候，咁佢做接嚟做咩咧？但係你要留意啦。加拿大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咩意思呢？你如果肯嘅、嗯，你自己開一檔，係咪？你做醫生咁先啦，咁你可以自己開一診所啦。咁你計緊個税，咪頭先你講緊十幾個 percent 咯。哦，即係好似人哋我哋見到嗰啲 clinic 咧，有幾個醫生喺入邊嗰啲咯。係啊，嗰啲 health care centre。咁你醫生呢啲嚟計冇㗎。爆曬㗎啦！而家你仲要逼佢再勤力啲咩？冇得，冇得再勤力啲，佢爆廠。呢個好奇怪，好多人爆廠㗎啦。即係於是你要諗清楚咧，唔係你話我收入咁多錢咧，就我而家俾人收緊四廿幾 percent 税啦咁啊！搞錯咗，你唔係你成份嘅收入都收緊四廿 percent 税，你係收緊最高嗰忽嘅税階嗰一橛，就收緊你四廿幾 percent 税。但你平均拉落嚟咧，就其實收緊你三十幾 percent 嘅咋？聽到都驚嘅，其實係咁，其實都可能你覺得好多，但係咧，但所謂嘅福利都唔錯。係啦，即係嗰個錢收咗嚟，我哋俾咗咩你先？免費醫療。嗯。啊，雖然你講話排隊好咩都佔到，但係你至少你醫個 cancer， 你唔使破產先。OK， 你講得啱。嗱，免費教育。嗯。OK， 你送個小朋友翻學。嗯。係嘛？或者頭先講daycare 可能有貼十蚊啫，十蚊啫一日 ，OK？ 你我講俾香港啲人聽啦，哇咁平咁搞錯，快啲過嚟啦！即係呢類型，即係或者你可能嗰個社區設施等等嚇、啊，你要游水，哦係係嗰啲 community centre 啊咁樣啊，你要發覺你收緊嗰個税，一路收緊啲嘢，其實係。有數得計，點解你佢 spend 翻出去喺翻曬你度？其實只不過可能你啊，你話你冇小朋友，咁你就覺得貼緊人哋啦嚇。或者老人福利咯，係啊，老人福利啦。因為我見過我就算鄰居係一位長者嚟嘅，咁就時不時佢哋都有嗰啲叫咩 personal 咩 worker health worker 就走去即係嗰個鐘頭裏邊或者嗰兩個鐘頭裏邊咧。就你可以 book 咗佢，佢嚟照顧你咁樣，都加拿大係有呢一方面嘅福利嘅。係，即係你要諗一諗，成大個國家咁多錢，你要搞咩軍備又好，你要搞道路又好，起基建好，你所有嘅鐵路嚇、啊、等等甚至你就算你話你揸車咁，你要起條路出嚟俾你行噶嚇、啊、，OK？、嗯諸如此類，其實嗰度係要錢嘅，咁所以嗰個稅收收緊你，你話加拿大好高稅，你比歐洲你收工，即係你歐洲係講緊特別係北歐，佢俾緊當然係 first tier， 全世界最好嘅係嘛，佢嘅生活指數等等係最佳，咁佢收緊你五成幾以上、啊，最高嗰個稅階係收緊你五成幾，你一般人打緊工咧，佢都係收緊你三成幾。的税已經 OK， 咁即係免費都係三成幾，你諗下幾恐怖？所以你話如果香港唔係因為個政治嘅動盪咧，其實香港就有住税 best of both worlds。嗱，呢個就係嗰個巧妙之處啦。政府收緊你税係咪淨係你報税嗰下？嗯，地係要税嘅。嗯，你香港嘅我哋成日都話咧。是收地税，999年期嘛，冇啦，而家收緊你。其實嗰樣嘢個問題就係咩咧？佢一賣地嗰下，賣完嗰個地出去，地產商再起樓或者商廈好咩都好，或者鋪好，起完之後嗰嚿嘢再掟出嚟，你個差餉係同個地嘅價值係掛鈎嘅。個地嘅價值喺高地價政策之下都係高的。嗯你所有的政府的收入
有超過一半是來自於賣地收入，曾經有些時間。現在賣地賣不掂呢，香港政府是很不掂當的，接下來一定是所謂結構性赤字，很不穩定的，又執笠又破產。是的，大陸呢現在成日講咩地方債呢，就是其實就是當年學了香港的地產商做這件事，然後就覺得這樣好啊，因為他們計那個什麼綠色債是吧，官職那些東西呢，是計他自己自身那個地方的發展的嘛，他就學你香港那套發展的模式嘛，那他的地產商也教他這樣做嘛，就可以收到地方，有收到地方稅收嘛，地方債是什麼，就是高地價政策，大陸的高地價政策，好學不學啊，我們都說就是現在大陸的樓市不行了嘛，他們真的學了一些東西之後呢，還要再加多 10倍的，所以呢再拿那些地啊，再拿那個可能的理論上潛藏的恆常的稅收啊，來到再借錢。現在個地樓市一不掂當啊，個地價一跌呢，全部嘢還不到，全部負資產。是的，即政府負資產。如果你要講的話，大陸的地方政府應該是很多破產。即其實是白明漢嚟嘅，係仲大過個白明漢，因為佢冇辦法再收翻轉頭，佢冇呢個所謂叫税收嘅基礎。咁就等於要問阿新偉成，你願唔願意幫嗰個城市？但係新偉成都醒目，佢話 no， 你哋自己自負盈虧。咁即係話其實就算問翻習近平，捉央行都未必會夠。哇！仲大鑊啊！佢嗰啲，所以咧，你要諗下咧，香港嚟計咧，其實係好大問題。嗯，因為太過依賴同地同財政嘅sorry， 同地產相關嘅所有税收，包括差餉，包括賣地嘅税等等嘅嘢。你我成日都話你喺香港俾緊依家同加拿大差唔多嘅價錢嘅出街食係，你俾緊嗰樣嘢有幾多係真係食咗落肚咧？你可能俾緊有一半已經係租金嚟嘅，係嗰間鋪嘅租金，而嗰間鋪嘅租金跟住俾咗上去之後咧，仲要再另外嚇，即係各種層層疊之間有各種嘅税收係税咗收咗翻去嘅，包括係差餉啊、諸如此類嗰啲税。咁嘅狀況之下，你話你以為你自己交緊好少税啊，香港人？嗯，搞錯咗啊！你計埋嗰啲税嘅時候，其實你俾嘅税唔係差好遠嘅咋。啊，呢、這個就我又即係少啲咁樣諗喎。係啊，即係唯一可以講話香港咧，就一個即係醫療制度係比較差咯。你呢處你咪點解個政府一路 cut 緊？但係佢可以咁樣，香港咧就即係調翻轉。即係我諗喺個實際情況裏邊，呢邊咧就你冇得揀醫生啦。係。咁你都 depends on 你。你又可以走去私營度再咩啦？嗱，呢邊你就難啲嘅，呢邊係冇呢方面，除非你落美國。各方面就有啲 network 可以，要俾一啲 premium 先去 join 到。嗱，香港就呢一方面有個自由選擇權啦。咁即係喂，其實除咗喺加拿大講起嘅話咧，即係其實呢個全球性嘅嘢咧，香港 could be looking at 加税嘅喎，其實可能係需要㗎。因為陳茂波啲技術都係呢啲，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2003嗰啲位咧，係有講話係咪香港要做呢個嘅。所謂叫做即係又係消費税啊，係嘛？佢嗰陣時推過嘅，而家推過嘅，點解要開消費税？消費税係所有人一使親錢就要收啊嘛。嗯，即係我哋呢度咁啦。係啊，唔係其實呢度你諗清楚咧，有好多税又冇收嚟嘅。嗯，你買支水，唔係 sorry， 買個蘋果都唔收你噶嘛，買所有食物嘅嘢唔收你。牛奶蛋嗰啲啦，必須食物啦。我覺得最搞笑嘅呢樣，你買瓶朱古力就要收你錢，係糖嚟嘅，唔係必需品。你唔好飲酒啦，各位飲奶啦。係啦，飲奶好事啊。飲奶又係唔需要收你税，即係細路仔又有嗰啲叫做牛奶金俾佢哋啦。係啦，買小朋友嘢咧又係我淨係收5%，冇收8%嗰邊嘅。咁即係喺呢方面裏邊，其實咧喺個實際裏邊咧，嗰個税制咧睇嚟好似好多，但係佢褪翻俾你嗰啲嘢咧又多好多。嗰所以個問題係不論你左右嘅政治立場、講諗法都好啦，個税收咧要公平嘅。你所謂即係蜘蛛俠嗰句，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就俾多啲。係啦，李嘉誠所以咪講啦，你收我税啦。我賺咁多錢翻嚟，你係應該收我税，然之後你搞好啲基建，你搞好啲醫療，你搞好啲教育，因為你做完嗰堆嘢之後咧，做一個好
投資的角度，一個社會投資的角度去想，你搞好醫療和搞好教育，至少這兩樣東西，最好是搞好住屋，沒錯，上樓時間，那這三樣東西就是，其實就是你本地的所有勞工，或者所謂叫勞動力再生產，有一種即是學術一點的名詞，或者民怨就不會減到最低了。 你一個有錢人，你要請人做事的嘛，那個人是要有居住的地方，要受過教育，要有技術，要有健康的身體，才可以跟你打工的嘛，那這堆東西對經濟體是很重要的，是吧，你所以要從這樣的角度去想的時候呢，不是說你是資本家就一定是反對稅收、反對加稅或者反對這些財政的東西的，反過來有一批的有錢的人呢也都會想一想，其實不是的，這種是一種回饋來的，不要下下都是只靠慈善，我是某某某某某某咖啡添公司，我就自己搞一個的慈善基金出嚟，我就自己捐錢俾呢個慈善基金，咁然之後我又扣税啦，然之後佢嗰度咧，不過 which 大部分都係咁做喎，象徵式係做緊一啲嘅慈善，但係嗰個問題係你決定做緊嗰個所謂叫慈善，係唔係解決緊個社會急切需要嘅嘢先？所以咧，我哋可以從嗰啲行為上高咧，即、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話有啲真慈善家，即係 which 近時香港有啲煙草嗰啲可白。呢邊就算 Bill Gates 咁大，你都知道而家佢又講到好鬼，佢捐曬啲財富出嚟啦。但係擺咗喺基金會嗰度㗎。係。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呢個佢啦，一個 Warren Buffett 啦，係啊係，即係呢個股神巴菲特啦，都係講話美國係應該要加税嘅。你應該加我哋呢個有錢人嘅税。然之後咧就收咗個税收翻嚟，要做啊！你在美國的高鐵搞不掂，其中一個問題是財政嗰個支援問題。講到有錢人呢度咧，亦都仲有另一類嘅收税嘅模式，就是按照你財富有幾多少，唔係按照你收入有幾多少。哇！咁樣要揭穿個財富喎、啊。係啦，就按照你財富有幾多少再收一層税。好啊，呢、這個我肯定我哋。唔係，其實有其實而家有一啲嘅嘢關事嘅。就是這個所謂的資產增值稅、你投資股票、投資樓啊、樓諸如此類，你賣那一下，喂，你賺了一倍，那一倍的加拿大很拿命的，是吧，要計的 50%、很多時候呢，那人誤會了，這個 50% 是什麼意思呢？我現在我的間樓買回來100萬成本，我賣出去變成200萬，我賺了100萬，是這100萬裡面的 50% 就50萬，是這50萬作為你那年的收入，是就計算你的稅階度，所以呢從另一個角度說呢，是另外那50萬沒有收過你稅，你知道香港呢賺少了嘛，覺得但是呢，所以呢你想想呢，就是其實就是呢優惠了你，你打份人工回來那塊東西整塊扔下去，我是計稅階的嘛，你現在是只是一半啫，到一半攞嚟計税街，同埋你開心嘅，就係你係賺咗錢噶嘛。從一個即係又好左翼嗰種諗法咧，其實係唔應該嘅，應該100%都係掟落去税街度嘅。有乜理由你賺咗嚿錢，總之係賺錢啊嘛，賺錢就應該掟落去計税街噶啦，咁樣啊，即係有理由。所以點解話加拿大其實係資本主義國家咧？其實好多加拿大特色的資本主義啊！你識得嘅話咧，你就知道咧，其實有多位咧都仲係對於資本家做生意嘅人係優惠嘅，即係都係傾佢嗰邊嘅。所以做自雇人士係或者自己開公司，咁你咪咩咯？所以呢種制度咧，其實你如果諗明咗咧，唔係唔鼓勵你多做，而鼓勵你開公司。鼓勵你在這個資本主義市場裏面去做，就不是只是一個勞動市場去做。你要留在勞動市場的話，那你可能是貪圖安逸，或者你沒有本事，或者自處，那你就有另一種的安定一點的生活。那你就去買磚頭了。即是你譬如說做不到老闆，
你就買個即係趁機儲到錢，唔係好似香港咁啦，買樓不過就五成，係啦，即係你起碼嗰度賺翻。或者你唔係投資落去 mutual funds 啊？係啦，或者唔使㗎，你喺加拿大度買嗰啲 ETF 咯，買淨係買即係多倫多個指數，其實都同翻美國個道瓊斯都一齊升㗎，係啦。咁但係嗰啲係。即係同道瓊斯一樣咯，都係已經好穩定，收息股，可能係石油股諸如此類咁。即係靠嗰度補翻少少。咁佢都有升緊值㗎。哦，即係所以呢一集裏邊咧，即係某程度上咧，即係大家唔使條氣咁鋸。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好似好創業精神嚟到呢邊，好多時候你會諗，哎呀呢邊咩呢樣夠咁重，陣間又加。其實更加要創業。係。係啦。你有冇諗過做咩生意啊？我不知道啊，我你研究完啫喎，而家研究下做咩生意得唔得？實質上可能即研究完嗰邊係即係 volunteer 嚟㗎，我冇收錢㗎，我港交聯冇俾我錢我啊，我搞錯咗啊，嗰、那個唔係正職嘅 title， 嗰、那個係一個 volunteer 嘅 title 嚟。正職可能就睇下啦，可能做自雇人士啊，或者係我哋諗到啲嘢嚇一齊搞都可能啊。咁我哋咪後。再講啦，再講啦，好嘛？咁希望大家如果你喜歡呢一集嘅話，幫我哋 share 出去，亦都即係叫啲朋友支持我哋全球造星啦。咁再講一次 ，Andy Wong， 咁就頭先講咗啦嚇，係名譽上高，喺個 title 上高咧，就係港交聯裏邊嘅政策研究。咁其實佢用咗好多，即係自己喺呢方面對於一啲政策能夠幫到香港人嘅，佢都去參與。咁用自己嘅知識去幫我哋自己人啦。咁所以都好 appreciate。希望你嗰方面又想到啲嘢搞啦，咁啊，大家都喺度生活嘅時候，希望大家互相有呢啲方面嘅 share 咧，都能夠好啲噶。咁希望啊，周志偉能夠想到橋，係嘛？呢個都緊要噶。係啊，喂，解決唔好搞到多倫多市破產咁就好大鑊啊！百名案，跟住又有多倫多咁就真係姊妹城市啊！呢啲好，咁啊，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WD 三個字其實係 Wait Until Dawn 等多黎明嘅意思啦。咁因為我哋想香港人喺黎明嚟到之前都繼續團結一齊。州生活揸车梗系唔少得啦，想揾一间香港人嘅驾驶学校，我 William 帮到你。有经济问题嘅真香港人，仲可以有手足价添。路试一剔过，冇难度，快啲俾电话我啦。Hi Eugene,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to Hong Konger Station and their subscribers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trust that they have given my team. It's been a rough 2022, but with your help, you know,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a number one real estate team award in North Richmond Hill Remax Realtron office, and I thank you guys for that. Buying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people make in their lives.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right real estate agent for the job that can advise the clients. And one of the biggest traits that the agent has to possess is obviously the knowledge of the marketplace and has to be trustworthy, honest, and professional. 大家好，我是地产铁三角庄生。无论你们有任何租务上的问题啊，或者买卖的疑问啊，咁你们随时可以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啊。咁我哋都可以会尽力去帮你去处理嘅。咁我哋嘅电话系647-629-8281，647-629-8281。Thank you。郑太，想揾你买车保啊？
咁房屋保险你做唔做啊？咁你保乜噶？正太保险保你条命啊！知唔知边度有车身维修或者喷油服务啊？嗱，其实我哋 Technic Motors 咧就唔止净系整车噶，胎花碰撞啊、车身维修、喷油呢啲咧，我哋都做埋噶。咦？咁啊，即系揾你哋就可以搞掂晒？咁梗系啦。另外近排咧又多咗好多香港朋友过咗嚟，当中咧我知道有啲可能仲系新手车主添，有啲关于车嘅保养嘅嘢咧，佢哋可能都未必知嘅。嗱，例如咧点去入玻璃水啦，或者见到一啲维修灯着咗嘅时候咧，可能都唔知点算好。咁其实大家咧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啊，或者经过铺头嗰阵咧揾我哋倾下都得噶。Technic Motors， 我哋一站式汽车维修专门店，温暖嘅屋企。一家人齐齐整整，你话系咪几好呢？初嚟报道，人生路不熟，未有加拿大工作经验，要做到银行按揭真系有啲难度噶。有啲银行帮唔到手之余，仲浪费咗时间，搞到一肚气。银行唔 do，we do， 太容易。关心你嘅按揭专家，电话查询647-239-0682，电邮 rex@redo.mortgage。如果你瞓醒起身觉得腰酸背痛，又或者越瞓越攰，咁你就要考虑下换一张承托力啱你嘅身形同睡眠习惯嘅床褥啦。如果床褥太腍，你瞓觉嗰阵腰部会下沉，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搞到腰酸背痛。如果床褥太硬，床褥同你腰背之间出现空隙，肌肉缺乏承托，如是者身体嘅支撑点如头、膊头、臀部将承受压力，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将床褥要慢慢瞓，梗系要试过先得啦。快啲拎起你个电话，打416-321-1882，揾李安家私倾下啦。床一定要拣最舒服嘅。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嘅声音。香港人的主场。在美洲生活揸车梗系唔少得啦，想找一间香港人的驾驶学校，我 William 帮到你。有经济问题的真香港人仲可以有手足价添，路试一剔过冇难度，快啲俾电话我啦。曾共渡困阻奔波每日。回顾这一年，大家欢笑过，大家伤心过，大家轻松过，大家担忧过。无论这一年如何，感激身边有着大家。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安好。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很多时候都会有碰钉的机会。我们成日都会讲安居乐业，安定的居所是行先的第一步。地产威廉用他的独特眼光、专业、经验，
一定会帮到你哋揾到一个安定嘅居所。无论系租屋或者系买卖，拣啱先至买。无论你系新嚟也好，回流也好，咁香港嚟嘅朋友咧，我知道要重新再适应一个地方咧，系非常之困难嘅。点都好，打俾我地产威廉6478968939，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帮你哋。Hi， 大家好，我叫 Jason， 是 TT Auto Beauty 的负责人。咁咧，我哋 TT Auto Beauty 咧就主要会可以做到车身嘅保护贴啦、钻饰贴啦，同埋玻璃隔热膜。咁咧，我哋喺香港咧其实已经有7年嘅经验噶。咁希望就将我哋嗰个经验啦，同埋一啲好嘅 product 咧带嚟加拿大，为香港人服务。无论去到哪里都好，香港人，我们 TT Auto Beauty 一定撑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y， 是 iPro Driving School 的。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iPro Driving School 学车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是 www.iprodriving.com， 又或者给 SMS 我，是6479636025。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保险即刻有 discount， 快点上 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6479636025登记啦！香港人加油！哎呀呀！哇哇哇！好正啊！哎呀呀！唔使斋喺度羡慕人睇到极光啦！自己决定去睇咪得咯。2023年1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属于你嘅极光啦。有人话一生人一定要点都睇一次极光噶，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遥游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电话去 book 啦。可唔可以用8个字形容咏春？就是来、留、去、送、甩、手、直、冲。即是说做到就赢。咏春方永康拳术馆团体或个人授课查询6479283972。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的声音，香港人的主场。早晨啊，咁多位，欢迎嚟到开麦。咁啊，接住落嚟呢一个钟头有我同埋 Rita。Hello，Hello，Hello，Peter， 好耐冇同你倾偈啦。冇错啊，我哋又可以合体啦，从容啦，为观众去分享一啲最近嘅时事话题啊，同埋一啲 interesting 少少嘅 topic 啦。咁大家都可以吓同我哋听我哋吹下水，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都好啊。今集咧个话题咧，我真系要。真係好，我好主動咁做個聽眾。我諗大家聽得多開麥都知道咧，我係一個好多嘢講嘅人，同埋我係一輪嘴嘅。但係呢一集咧，我哋可以話我阿 Peter 可以，你當 Peter 一個重量級嘉賓，因為 Peter 佢可以為大家解釋一啲疑惑。咁就係話説就係咩咧？咁近排大家都見到香港爆得好勁嘅 JPEX。所謂傳說中的 Japan Exchange， 咁其實就約略講一講就係好簡單啦。突然間發覺原來冇牌嘅喎，成件事係啦。咁不過咧，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見到本身對於虛擬貨幣呢樣嘢啦。我覺得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好經濟金融主導嘅一個城市嚟嘅嘛，我哋係一個非常之商業嘅城市。咁我哋香港市民或者香港人咧，本身對於投資一啲金融產品咧，係好有興趣嘅。個個都即係係嘛？你隔離屋
阿芬女阿媽都可以去買呢樣買嗰樣。咁所以對於呢一啲產品咧，其實任何時候啦，唔好話淨係香港，其實你就算喺加拿大，你都見到有好多係可以投資。你都成日聽到人哋講買 Bitcoin 啦，買係。啦啲咁樣，咁總之都係嗰句啦。我哋嘅節目今次講咧，係想講翻一啲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咁就首先唔代表香港台立場啦，係我哋兩個個人嘅一啲看法。除此之外咧，任何時候投資，請你揾一個係合資格噶啦、持牌噶啦，公司又好、顧問又好，做足晒功課，做足晒問足晒問題，你先去將你嚿錢抌入去。咁呢度咧係純粹分享，唔希望影響到大家嘅一啲投資方面嘅意見。咁但係講翻 JPEX 成件事啦，咁作為一個我係一個唔識投資嘅人，咁成件事最精彩咩咧？我就最即係見到林作坐監，有機會坐監呢口。佢個人咧係好聰明嘅，但係因為佢真係品格方面有所欠缺。咁范仲淹嗰單嘢大家都記得啦，咁 refresh 翻大家 memory 啦。鑽石山嗰陣時嗰個商場，荷里活商場有一個隨機斬人案嗰單嘢咧，咁係令大家都好震驚、好傷感啦。咁但當時阿林作咧，阿前大律師咧就出嚟抽水，佢就喺佢啲 social media account 着咗一對波鞋，就話呢個係當時嗰位殺人犯同款球鞋，咁啊俾人係咁俾人鬧啦，因為真係太過分啦！你嗰個兩條人命，你仲咁樣抽水，咁雖然佢好快拎走咗個 post，但係佢嘅行為招來咗基本上社會嘅不滿，咁就令到佢當時嘅公司咧，保險公司咧就即刻解雇佢啦。咁我唔知佢仲有冇去經紀牌啦，咁但係 anyway 佢都揾唔到食噶啦。你成個香港都咁樣話你嘅時候，佢就轉行炒幣，虛擬貨幣。咁成件事就好精彩嘅，阿林作基本上同佢屋企人咧去剪完彩之后咧，有冇九日啊？十几日啊，好似系 十十几日日，差唔系多。啦，有直情有相嘅，大家上网 search 佢喺佢个咩林作炒币，佢嗰个铺头咩中环啊，好似20几万月租，剪完彩之后唔够2个礼拜就俾人拉。咁但系呢样嘢点解过咗几个礼拜仍然拎出嚟讲？第一就系其实成件事仲未一个定案啦。第二就係好多人都質疑點解金管局喂做乜你而家先講啊間嘢冇牌，間嘢冇牌好耐噶啦喎。咁同埋除此之外咧，其實我記得1年前甚至2年前咧，已經有好多人好多唔同嗰啲細少少嘅influencer KOL page 咧，係有跳出嚟講過喂雞棚嚟喎呢件嘢。我記得其中一個出名嘅專業清算師啦，佢哋講過 JPEX 咧係有問題嘅。咁專業清算師，大家唔知知唔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旺嘅團體啦。佢哋喺 Facebook 咧專係清算權貴。咁佢做啲咩清算咧？譬如有一排班藍店咧，就即係譬如佢話剪彩咁啲專業清算師呢班人就會話喂僭建喎，僭建喎，就鼓勵大家同埋教大家點樣舉報。佢哋做嘅嘢全部都係合乎法律依據嘅，因為佢後面嘅團隊應該係一班專業人士。咁呢個其中啦，好幾個 page 講過 JPEX 單嘢有問題噶啦，咁但係可能好似中咗槓咁買，係啦。Anyway，我要講嘅就係咁多，我就想講翻個 context。咁但係今次最主要咧，想揾阿 Peter 同我哋分享下，我都有幾樣嘢可以理解翻咧，就係其實而家呢個成件事，譬如你作為一個都係喺呢一行工作嘅人，譬如你有咩睇法啦？你覺得個走向會點啦？咁樣係咯，我哋等阿 Peter 講解下啦。首先我觉得你头先个 disclaimer 几好，即系个不代表乌台立场同埋冇呢个 trading advice 个咧，系直情系我哋而家平时都已经摆出嚟嘅。其实我哋源自于成件事，我唔想话好人即系好滥讲咁样就话哦，因为贪你就所以呢样嘢，但系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各方都有责任嘅。咁而唔系话纯粹贪念，而系我哋首先个 cause 系来自两样嘢，一贪系一定啦，但系咧系 JPEX 嗰边贪啦吓，咁然之后另外一边就系、是、其实受害者系有佢哋自己责任去做我哋所谓嘅 due diligence 嘅，咁但系我当然啦，唔想再喺上面撒盐啦，就系、是、纯粹讲翻呢件事，其实到底点解佢可以用啲咩？即手，我谂相信好多报道已经讲过，佢用咩手法去吸金啊，去令到好多人去落搭啊，包括运用咗唔同嘅 social media 等等啦。但系我反而我想俾用一样嘢俾大家去比较翻，其实点样去可以睇翻种种嘅蛛丝马迹啊？究竟每个两个平台
究竟嗰個分別咧，或者係佢作為一個唔合規格嘅平台，同埋一個我哋平時所謂嘅合規格嘅平台嘅分別啦，同埋再者就係究竟有啲乜嘢？點解金管好多人話證監點解做得咁慢？SFC 嗰邊點解會行動咁慢咧？其實樣嘢都有原因嘅。咁不過我哋講翻最開頭先啦。其實點解我話一開頭我話點解作為投資者？其实自己都有责任呢，就是嗱，我哋见到呢佢JPEX 呢佢係利用咗好多我哋所谓嘅 OTC 场外嘅交易所。咁然之后呢去做一啲我哋例如话某一间嘅有隻炮嘅嗰间啊，又或者林作啊等等呢，去所谓教导点样炒币，去点样所谓话俾你听咩入门技巧，边隻币最好买等等等等。嗱，佢呢一样嘢呢其实同我哋例如话喺加拿大啦，又或者基本上澳洲啦，都系有少少分别。因为点解 A 一个合规格嘅交易所，其实系唔应该去俾任何 advice 嘅。就如好似喺香港，如果你睇证券嘅话咧，其实你一定系攞咗牌先至可以俾 advice 噶嘛，即系你一定有所谓嘅嗰啲考咗喺呢边就唔知 CFA 123啦喺加拿大。咁喺香港亦都你需要有相關嘅經紀牌，你先至可以俾一啲唔同嘅 advice 嚟㗎嘛，點樣去投資呀，買邊隻幣。但係就係利用咗呢一個位，就變咗就開始有林作呀呢一集嘅 OTC 出嚟，就話俾你聽，喂，跟我一齊買，我話俾你聽呢隻幣會點點點點點樣就冇問題啦。但係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唔合規嘅。咁 JPEX 已經係唔合規㗎喇。咁作為一個投資者，其實佢哋自己好可能就係、是、當然啦，因為 JPEX 係對外宣稱㗎嘛，你記得話自己係已經申請緊或者係成㗎嘛。咁所以先引嚟有啲人話喔，咁點解證監嗰邊唔早啲去講呢個邊個 list 啊或者成呢，咁呢個容後再談啦。但係其實我哋去睇每一隻幣嘅時候呢，你會發覺每一隻幣我哋買嘅唔系真系好似买我哋股票咁样。嗱，买股票你会系你都会睇下间公司背景，你都要睇公司嘅前途啦。但系你会留意到呢一扎嘅 KOL 一路都系吹捧买一只币，就系话俾你听，哇，佢有呢个咩100日嘅线啊，又或者哇，佢而家呢个小低谷，然之后有平均咧每日咧就可以上涨几多。佢哋呢啲係用返股票嘅嗰一套嚟套落去幣嗰度，但係其實佢哋亦都唔明一樣嘢，個幣自己其實係掌控係由一紮我哋喺後面嘅所謂嘅 builder 去掌控佢哋嘅價錢或者係等等嘅。咁點解咁講呢？其實因為每一隻嘅 cryptocurrency 紙本身嚟自呢係我哋區塊鏈上面嘅一啲 project 嘅。Bitcoin 同埋 Ethereum， 嗱，以太幣咧後邊就因為有Ethereum 啦，呢一個好強大嘅區塊鏈嘅技術啦，佢係因為有好多嘅唔同嘅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咧，係利用佢嘅，包括銀行啊，包括好多我哋所謂嘅大數據，都係利用緊以太網嚟去做好多唔同嘅我哋所謂嘅區塊鏈嘅交易，咁所以變咗嗱，就好似一間公司咁啦，呢間公司越多人用或者越多人買佢嘅 service， 你就會知道佢越多人去即係佢嗰個某個程度上佢嘅 growth 啦，佢嘅成長越嚟越多人去力捧啦。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呢，咁樣係會令到一隻幣咪個價錢咪越嚟越好囉，即係咁講啦。但係當然啦，亦都會有外來嘅因素影響佢高同低啦。咁所以好多時候當我哋即係如果喺個圈裏面嘅人呢，我哋唔會淨係話睇一隻幣，純粹去睇話哦，嗱好似股票咁樣，哦咁啊，經過呢、這個低嘅峽谷咧，跌翻上去又會高翻上去，即係唔會用嗰啲 strategy 去講，反而我哋就係會睇下嗰隻幣後邊呢個區塊鏈，其實嚟緊嘅會唔會有啲 project 係會影響到佢咧？會唔會後邊其實有其他嘅應用程式可能會抌錢入去，令到佢呢隻幣会更加多嘅人係想要呢等等。因为个 concept 就好都比较複雜，咁太过长谈就未必。总之就係会有好多外在因素影响隻币嘅价钱，而唔係纯粹可以用我哋所谓股票嘅 strategy 嗰啲策略啦就可以分析到佢走势啦。
咁所以变咗有好多人亦都慕名啦，见到好多唔同嘅广告啊，又或者知道哦呢一、这个听讲有前途喎、哦，咁啊听下啦，听下就俾咗钱啦。嗱、其实我哋去再褪后一步睇，今次呢个事件某个程度上咧，系同有啲人就会话啦，喺网上亦都有分析过，就同一个好似庞氏嗰啲欺诈集团系差唔多一样嘅规模形式，基本上就系上面有一个平台，咁然之后咧佢就透过。可能一啲回佣就會俾翻呢啲咁嘅 KOL 啊，或者佢哋自己開係 OTC 啦，咁然之後就會呢啲 OTC 喺出邊會做廣告，就叫人哋喂過嚟聽我講座，咁咧就叫你喂嗱嚟啦，你過嚟投資，咁咧我投資我哋嗰度，我哋幫你咧去換埋一隻幣，咁只幣升嗰陣時候你咪賺錢，你咪可以出翻啲金咯。但係佢其實有兩樣嘢好重要嘅，但係亦都好多人忽視嘅，就係、是、第一其实你唔系我哋成日喺呢度加拿大讲啦。如果唔系你自己掌控你自己嘅银包、钱包，或者你自己嗰只币嘅话，其实就唔好信嘅。因为经过中间人嚟去买嘅话，嗰、那个币其实都未必系你自己嘅币。所以今次亦都系发生最大嘅呢件事嘅其中一部分咧，就系、是、好多人就系透过呢啲场外交易所、呢啲 OTC，然之后投资咗落去 JPEX。嘅某一只自己嘅币嗰度啦，咁变咗 JPEX 着草啦走啦嘅时候咧，好多人就发觉，咦，其实我哋嗰、那个当初嘅投资嘅金额，究竟有两个问题，系咪真系投资咗落去 JPEX 嗰度啊？JPEX 系咪有我户口啊？定系 B 我啲钱系咪喺咗阿林作嗰度啊？定系或者喺其他呢啲 KOL 嗰度？所以其实而家呢十几亿咧，讲紧嘅我哋可以话系。只系个平台上边嘅损失啫，但系我哋仲未计，就系有好多有啲人其实投资咗去林作嗰啲嘅 OTC 啊，或者其他呢啲嘅 OTC 嗰度，就变咗系两层嘅损失嚟嘅，某个程度上。喂，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好多时候听话买虚拟货币咧，尤其是对于我哋呢啲唔熟行嘅人咧，我哋嗰个谂法就系佢永远系买一个币，即系一个 currency。譬如最简单嘅，我会谂我自己曾经因为即系好好奇啊，咁我就会睇 coin，譬如一个叫某北美有一间叫 Coinbase 咁啦，佢哋有啲 chart 咁样。我就净系识睇 BTC 同 ETH 嘅啫，其他我就乜都唔识噶啦。咁我想问下，其实佢哋 JPEX 呢个咁大坛嘢，除咗系本身呢啲比较叫做 popular 少少嘅货币之外，系咪包括咗好多其他唔同嘅产品？所以先好似点解你咁讲话，就系账面上我哋见到系呢个数，但实际上因为太多衍生出嚟嘅服务嗰啲嘢，随时系咪？即系想知道多啲咯，系理解翻。冇错，其实佢我以我所知噶啦，佢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以太币啊，同埋比特币啊，即系 Bitcoin 同埋 Ethereum 之外咧，佢系推咗一只自家币，就系、是、好似叫 JPC 啊。咁呢只 JPC 咧，其实佢就系偷一个 concept 嘅。个 concept 就系乜嘢咧？就系、是、话喂，我哋自己呢个平台都出咗一只币啊。嗱，佢就系、是、如果你记得我头先所讲，就系话每一只呢啲虚拟货币咧，系因为有唔同嘅 project 喺后边支持佢，咁所以佢咪个价咪高咯，或者多人咪捧咯。咁佢嗰个我哋所谓嘅 market cap 啊，即系多佢嘅可能后边所有嘅嗰个兑换啊，越嚟越大咯。咁 JPEX 当初就系 sell 紧同一个 concept，就系话嗱，我哋因为你哋有我哋有咁多个客入嚟投资我哋啲比特币啊，又或者系以太币嘅一啲产品咧，咁所以我哋觉得不如我哋就出一只叫 JPC 啦。咁咧，因为点解我哋个平台会越发越大，越做越好噶嘛？你买咗我呢只币，咁我咪越 grow 越多，越 grow 越大嘅，你只币咪越嚟越值钱，就好似呢啲虚拟货币咁啊。嗱，问题就喺呢度啦，比特币。好似头先所讲，比特币啊、以太币呢啲咧，系喺非常之流通嘅，即系话你拎去好多其他嘅平台，你都可以交换到，你都可以选择将佢兑换成为即系我哋所谓 fiat，即系话现金咁样啦吓。但系 JPC 唔系有流通性嘅，佢只系喺自己嘅平台嗰度有用嘅啫。嗱，其实呢一个系好好嘅。一个 indication 啦，一个指标话俾所有嘅投资者听，
如果有人叫你買幣，你一定要睇下佢嘅流通性先，因為如果佢嘅流通性只係喺佢自己個平台嘅話，咁即係話其實唔係好流通啫。就好似今次咁，佢一個平台一冧，你就攞唔翻你投資落呢只幣嘅錢啦。但係你好似例如話 BTC 或者你以太幣或者比特幣咁啦，因為佢流通性大，你就知道即使你人哋同你講話我10,000蚊買比特幣。你知道你手兩邊係你換得翻嚟嘅係比特幣，你都可以去另外一個平台嗰度買。嗱，依度有另外一個 concept， 大家咧要好緊記，好緊記。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成日同人哋講嘅，就係、是、話 not your wallet, not your money， 即係話唔係你嘅錢包，唔係你嘅錢。嗱，咩叫錢包呢？其实钱包唔系真系一个钱包啊，我哋唔会送一个钱包俾你，然之后将啲币摆入去啊。大家唔好搞错，比特币唔系真系一个银币或者金币咁样，然之后你将摆入一个你见到个猪仔钱啦咁样，唔系咁样嘅。呢啲全部都系虚拟嘅，你要知道。咁我哋所谓嘅虚拟钱包咧，只不过系一个密码，而呢个密码咧就系解锁，帮你去解锁，等你去。攞得翻呢一啲币嘅，当你唔见咗一个密码咧，呢啲币咧就从此喺世界上面咧冇人会掂到，亦都会消失嘅。嗱，呢个 concept 大家要谨记，就系、是、我哋点解我哋成日都吹捧住，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呢度啊，就算我哋嘅呢一边嘅可能一啲合法嘅监管嘅组织都会话，要你哋将你哋嘅所有呢啲虚拟货币。唔好淨係擺喺平台，一定要將佢存入一啲我哋所謂嘅wallet 裏面，就係、是、以免如果嗰一個平台冧，你都仲可以 hold 住嗰啲幣。嗱，所以呢度有兩樣嘢，第一就係、是、首先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嗰隻幣係有流通性啦，因為就算如果拎住 JPC 嘅，但係你 move 咗去自己嘅銀包，咁個平台都冧落，都冇流動性咯，人哋都幫你搶唔到錢，都係變咗廢紙嘅啫。如果第一，如果嗰个币已经系有流通性嘅话，第二就一定要确保你系摆佢入一个虚拟钱包嗰度，变咗系你得你会知道密码，得你会知道点样去access 到呢啲币。嗱，今次JPEX 嘅其中一个最大教训就系好多人之后先知道就系话JPEX 系讲到明话，我有啲啲不嬲都系银包都系由个平台掌管嘅，错嘅。其实好你系绝对有权将你喺平台上面换嘅比特币啊以太币咧系摆入去自己嘅钱包里面嘅。咁呢个亦都令到好多人即大失预算啦，亦都好多人中咗计啦。佢哋就将佢哋嘅因为兑换完之后啊，佢用佢哋自己金钱兑换完比特币以太币之后咧，就结果就摆咗喺平台上面，咁就从此就亦消失埋。系啦，又或者佢哋当然啦，买咗 JPC 啊，更加惨啦，嗰啲就，所以呢个有少少就答好啦，我希望解答到你头先讲嗰个concept。不过我谂好多人都可能未必知道，即系虚拟货币究竟系咪我买紧一粒币咁样啦，即系咪买紧一个金币或者银币咁样？其实虚拟货币自己本身嘅 concept 咧，源自于就系、是。在区块链上面的应用的。因为区块链的应用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所谓 validators。这些 validators 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一间例如说我要有一多数据我要去分析，那或者有些交易我要去分析的。那这些 validators 呢就基本上就会去确认你所做的事是啱的。好啦，这一班 validators, 这班做确认者啊，佢哋咁辛苦喎，帮你去采啲数据喎，咁所以佢哋呢啲喺个 network 上面啦，喺个区块链上面嘅就会俾少少好似奖赏佢，就係我哋呢个虚拟货币嘅最初头嘅来源啦，就係咁啦。咁当然啦，佢哋就拎住一堆嘅货币就话，喂，我帮你做完所有嘢，咁然之后又攞到个币，咁我点样可以去唱钱啊，变咗真就是、真金白银啊，我都要交租假咁样。咁所以先会有唔同嘅平台出现去帮佢哋去兑换呢啲币。咁呢个就係点解会有交易平台出现啦。咁当然
即係合法化嘅，當然係應間再講點樣去為之合法或者唔合法。但係而家大家好多時候都成日聽到，例如話幣安啦、OKX 啦嚇，呢啲曾經話申請入去香港嘅平台啦嚇，或者之前冧過嘅 FTX 啦。嗱，其實今次 JPEX 嘅事件咧，唔多唔少有 FTX 嘅影子嘅。如果大家記得，差唔多今年1月頭嗰陣時候發生咗。一单好大喺美国发生咗好大好大嘅，你可以话诈骗案啦，就系、FTX 一个都系虚拟交易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基本上全球第二大嘅就冧咗，咁然之后基本上就个金额就大到难以想象啦，而源头亦都系来自于 FTX 自己出嘅一只币，好似叫 FTT，如果唔记错唔定定系定 FXX 系啦。就係因為佢呢一隻幣嗰個流通性根本身唔大，亦都變咗佢哋為咗做高個價，係咁用客人嘅錢抌入去、抌入去、抌入去，而同時之間咧，亦都管理不善，將客人嘅錢去購買好多唔同其他資產。所以當呢只佢自己嗰只幣一冧嘅時候，就連結晒所有嘅全世界嘅户口一齊冧，係啦。咁基本上 JPEX 係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係有 FTX 當初嘅影子嘅，係啦。但係最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嘅咧，就係 FTX 其實好多人唔知道，當初曾經落户喺香港，喺2018年定係2019年，佢當初係落户喺香港，然之後係即係用香港嚟作為基地，然之後先走嘅，先去搬去其他地方嘅。而當時已經有好多嘅香港人，其實已經有。帮衬 FTX，最令我唔明白咧，就系头先所讲，FTX 爆咗煲，好多人都冇去睇清楚自己究竟交易紧嘅平台会唔会好似 FTX 咁样，所以系令我即系如果你话 FTX 唔系一个世界咁出名嘅，咁我都明啦，即系但系佢又落户过喺香港，有咁多香港人买过帮衬过，都有人都唔即系都系乱信 KOL 而唔去。去 check 清楚嘅时候，系我觉得系一个可惜咯。我问翻一个再师奶少嗯。少问题啦，Peter，你首先当我系嗰啲咧，即系以前90年代嗰啲师奶拎住喺度睇电视，哎呀，打电话上嚟，我咧我买咗153，我想知道几时放嗰啲咧。嗯嗯嗯嗯。其实好多人都会想知道，即系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其实大家都知啦，开源节流咧，开源紧要过节流十几倍喺加拿大嚟讲嘅话，咁譬如当我系一个仍然听唔晒咁多故事之后，仍然想入场嘅人，我其实你觉得我啲咩基本概念系需要认知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嗯，好大问题，因为好多人觉得无从入手，亦都好多人点解会最 typically 去买一啲比较流通大嘅货币？好简单，首先第一就系安全性比较高啦。当个流通度大啲，好似你话斋，佢哋 JPEX 之前自己整咗个币，咁而家一有事咧就翘起晒啦，咁你资金又攞唔翻啦，咁样，咁但始终如果你买啲比较平时多人用嘅嘢咧，咁保值啦，同埋有机会投资，但其实我理解就系我一样嘢，我一直都唔明嘅，亦都好老实讲，blockchain 成个概念就系去中心化啊嘛，系咪？即系佢要冇将错。我哋嘅财富资产。某程度上嚟讲，脱离咗一个可能即系国家里面一啲金管嘅体系咁样。咁我其实可唔可以话呢嚿钱存唔存在嘅咧？即系系咪我咁样嘅理解系咪有少太过笼统？因为都我。value 喺边度？系佢 value 系来自哪里？呢个系我一直都弄不清楚嘅一回事。其实咧，首先呢度有两三样嘢可以去解答啦。首先，成个去中心化嗰个概念咧，系源自于就系话，佢哋唔满意，最基本上唔满意一样嘢，例如啦，你而家你去银行，咁你话喂，我想由最简单啦，香港转钱过去加拿大，咁你交好多手续费啦，系咪先？咁你仲要睇下边间银行肯俾你咁做喎。因为佢哋会不诶、会有，因为会有唔同嘅资产，亦都会收你唔同嘅或者唔同嘅户口嘅 level，而收你唔同嘅手续费，系咪？咁所以变咗好多人就话：，喂，个流通性点解咁多？我哋所谓噶，你成日会基本上，如果越嚟会听得多呢个字叫做 frictionless，
佢哋就係想去咗呢種 friction，即係好多中間隔好多阻礙性喺裏邊。咁因為點解又收手續費啦？然之後又要睇下有啲銀行，如果你例如話你拎住而家1000萬港紙去 CIBC 啊，我哋呢度其中一個銀行話我想唱加紙嘅，其實 CIBC 係唔會睬你噶嘛，因為我第一我點樣幫你唱到咁多咧？係咪先？佢每家銀行亦都冇咁多嘅現金唱到俾你。咁喂，但係唔係喎？你而家需要錢喎，咁點算咧？嗱，所以其實當初去中心化咧嘅概念就係咁簡單啦，就係唔想有任何嘅機構或者係政府啊去掌管住所有嘅財政。咁有啲人話點解唔俾政府掌管啊？其實就係源自於inflation，我哋所謂通貨膨脹。因為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增加有啲人成日話哦，喂，印多啲銀紙咪得咯？係你印多啲銀紙都係政府嘅機構嚟噶嘛？係咪先？佢會泵大咗佢個流通額，變相你個銀紙咪貶值咯？咁問題就係，雖然呢種方法某個程度上可以抗到通脹，但係你亦都要知道呢個會令到你個額係貶值，你個即係個幣值會貶值啦。咁你就會出現有啲好似津巴布韦而家都係啦，唔知幾百萬先等於幾百萬嘅津巴布韦幣先等於1美金咁樣啦。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喂，我哋唔應該由咁多人去支配我哋自己嘅財政。而我哋應該係有實權去採集，去掌控嘅。咁問題就係、是，喂，咁你點樣實權去掌控先？你用乜嘢途徑，同埋用乜嘢嘅中間嘅我哋所謂 vehicle，或者我哋所謂嘅載體嚟去等於一個等價嘅 value 咧？咁所以佢哋先至會覺得，咦，啱啱好呢、這個虛擬貨幣其實就做到呢樣嘢，因為點解？你真係用你嘅，因為虛擬貨幣嘅背後就係、是。你用你區塊鏈嘅，我係所謂唔係我哋啊，我指人哋啊，用佢哋嘅勞力換翻嚟嘅幣，其實係一定會有即係一個我哋所謂 proof of work，即係話佢係真係做咗嘢，佢先至會有一個以太幣噶嘛，又或者一個比特幣噶嘛。咁佢所以呢個幣佢亦都要揾緊流動性，揾緊資金入去，而咁啱就係喺呢個微妙嘅關係，就係佢哋做咗嘢有呢個幣。你又做咗嘢，有呢笔钱，咁咪有个等价喺度咯。因为大家都唔需要去话，喂，要经过政府去买，又或者经过某一间银行去厘定你个币系几多，或者厘定你一嗰、那个你个嗰、那个10蚊加纸系等于几多钱。而家系有我哋呢啲嘅唔同大大小小嘅平台，已经去制定咗一个金额出嚟，就话哦呢、这个币就值几多嘅。你買唔買呢個？唔買就可以買其他嗰啲咁樣等等啦。concept 就係咁樣啦。咁嗱，去翻你最初其中一個問題，例如話啲好多普遍嘅人都會話：喂，咁我點知咁多隻幣邊隻幣啱啊？或者成嗱，其實咧好得意嘅。我最開頭嗰時都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你想象呢一樣嘢，其實有少少似我哋嘅股票。个市场嗱，你去香港交易所买噶啦，系咪先买股票啦？咁你唔会阿猪阿狗突然之间去澳门个交易所，然之后买股票噶嘛？你都会睇下嗰个交易所系咪真系持牌嘅交易所先。好啦，然之后你买嗰只股票啊，咁你都会确定佢系 list 咗上去先噶啦。咁你都会睇下嗰间公司，例如话就算 IPO 都好啊，任何公司啱啱新股上市，抽几多手都好，你都会睇一睇嗰间公司背后其实做药业啊、做建筑业啊、做咩嘅行业先。又或者你就算买汇丰啊、买中电啊，你都会睇下，喂，佢近期业绩好唔好，我先买噶嘛。唔系纯粹话我个价低我就买噶嘛。我哋就系所以成日都叫投资者一定要做功课先。所有嘢其实源自于嗰样嘢就系、是、希望。就算我哋有咁多隻幣，好似有啲平台咧，或者大國際化嗰啲咧，係300幾種幣。咁係咪300幾種幣全部都有價值，或者300幾種幣全部都係只得一個炒賣性質？唔係嗱，有啲幣咧，其實個幣款咧好得意嘅。有啲幣就係佢後邊係有一個有某一啲 project 喺後邊係 work 緊嘅。例如有一啲幣咧，佢係後邊有一個NFT 嘅平台。
咁俾人去做买卖，咁因为佢就系想，哦，你好似集资咁样啊，其实个 concept 就系、是，喂，我呢个平台越做越大噶咯，会，嗱，我而家出我呢只币，你有冇兴趣买啊？然之后等我可以集资咁样啦吓。咁同一个道理，亦都有一啲币咧系纯粹只系我哋所谓 meme coin，即系嗰只青蛙币啊、狗狗币嗰啲咧吓，即系 Elon Musk 嘅嗰只嘅狗狗支持嗰只狗狗币咧。其实佢后边系冇任何嘅理念可言嘅，纯粹只系一只公仔币，咁亦都可以炒热咗嘅，咁纯粹有啲人热捧佢嘅啫。咁好啦，有啲人就话，哇，咁嗰啲币点解仲会流通到嘅？都冇后边都冇一啲应用嘅程式或者咩？就系、是、问题就系、是、有一啲人就系会想利用佢去做唔同嘅唔 同嘅汇钱啊，又或者去利用佢嚟去做唔同嘅我哋所谓。好似做好似类似外币兑换咁样嘅方法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因为呢啲币佢嗰个流通性，又或者佢个 market cap 吓，即系佢嗰个市场上面嘅究竟有几多嘅 liquidity，其实唔算特别多嘅时候咧，反而因为佢嗰个波动比较细啊，或者稳定，所以有啲人就会买定佢嘅，亦都有咁样嘅，咁所以。点解就好似啱啱开头咁讲，希望所有嘅投资者，就算仲对虚拟货币有信心都好，真系要做足功课先，了解币究竟系乜嘢嘅来源，佢嘅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同埋嗰个平台究竟系乜嘢持牌先。因为今次我哋喺 JPEX 都见到就系话佢宣称啫，佢话啫咁样，咁但系。投资者就会话：，喂，咁我点样保障自己先？佢究竟佢话声称自己系咁咁咁咁咁，咁我哋唔知嘅。所以而家证监会点解咁多人会话：，喂，证监你都要起码要出一个名单出嚟啦。嗱喺加拿大呢度咧，其实系一路都有嘅呢种名单，就话俾你听边一间公司或者边一个嘅平台系已经获得牌照嘅。咁你先至会等消费者知道，喂，我应该去帮衬呢一个，我唔应该去帮衬边个，因为佢会写得好清楚列明就边啲已经系俾人 ban 咗，边啲仲申请紧牌照咁样。嗱，好可惜嘅就系、是、宏观成个世界，加拿大好似以我所知啊，得加拿大系有嘅啫，而家呢种咁嘅居变，然，居然。系啦，加拿大系行得好先，好先，好先。所以点解加拿大有啲人话加拿大冇肉食嘅喺度投资，就系咁嘅原因。即系因为规管多咗，系嘛？冇 错，冇错。其实讲一讲呢度加拿大个规管有咩咁特别啦？对于一啲持牌嘅平台，点解会咁严格啦？其实如果你留意翻咧，喺嗰陣時2008啊，我記得2008、2009咪以案危機嘅香港，Fannie Mae 啊嗰啲出現房債嘅時候，加拿大冇冧到嘅。唔係，我哋要講叫 Fannie Mae 先，要提一提大家咩叫，係呢 個好緊要。Fannie Mae 有兩個噶嘛，另外一個叫乜嘢？Frank 唔係 Frank 係叫咩咧？另外一個突然間醒唔起。Fannie Mae 係美國佢哋一個比較獨有嘅，可唔可以咁講啊？房地產同埋。地皮啊，佢系一个即系我真系唔想乱讲，但佢系美国独有嘅，佢系好 based on 佢个 housing market 衍生出嚟嘅一种，可唔可以叫投资模式咧？因为佢一开始佢其实又唔系话好投资嘅，即系以前啱成立嗰阵时，但系佢系一个比较传统嘅一个可以话叫 investment product 咯，系咯，系同即系住屋有关咁样。冇错冇错，佢其实本身佢系。即政府去设立呢间公司啦，佢之后先脱离啦，啊，之后先至去独立出嚟啦。其实嗰个背后个理念系好嘅，当初就系希望喺沿岸市场嗰度，就系点样去攞得更加多嘅资金嚟去补翻落去，等啲人个房额啊，或者个房地嗰个房贷冇咁严，即冇咁唔需要俾咁多等等啊。但系嗰阵时候其实。当佢成立呢样嘢，嗱，你要记得话 Fannie Mae 咧系1938年嗰阵时候已经有噶啦，咁80几年历史，但系喺2008年、2009年
嗰陣時候，亦都令到，因為正正因為呢個 concept，令到好多大大小小嘅嗰陣時候銀行啦，入咗一個資不抵債啦嚇。咁點解加拿大可以獨善其身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加拿大對於任何嘅投機嘅產品啊或者公司係非常非常嚴格，佢哋會做幾個部分嘅AML 洗黑錢係唔再講啦，呢、這個 policy 一定係啦，我哋所謂嘅 anti money laundry 即係洗黑錢啦，防止洗黑錢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資格審查。嗱，所有嘅公司或者有你同證券有關或者期貨啊等等有關嘅公司啦，加拿大嘅佢係基本上你可以話查三家。佢嚴到點咧？佢係睇你嘅 founder 嘅背景，究竟佢哋有冇借過錢？究竟佢哋係做過啲咩職業？究竟佢哋 qualify？ 嗱，好多人以為喂，我就咁開間公司咁咪得咯？嗱。正正就係因為依度唔得嗱，你可以見到 JPEX 咧，其實雖然而家仲未揾到幕後兇手啊，幕後兇手係邊個啊？但你見到嗰啲嗰扎咁嘅 OTC 咧，嗰扎咁嘅場外交易所，臨作一個係基本上唔會有持有任何證監發出嘅牌照嘅人，都可以開一間可以消化我哋所謂消化人哋嘅金錢嘅公司嘅時候，你就知道依個係一個好大嘅 warning sign 喺加拿大係唔得嘅。如果你是要挪用人哋嘅金钱或者财产嘅话，你必须要攞牌照。如果你冇牌照嘅话，政府系会即刻又唔系即刻嘅，政府系有权会去同法庭会去对你提出诉讼嘅。加拿大系严格到就系呢间公司边个 found 嗰啲 founder 系一定有攞咗牌，而亦都要考咗试。基本上呢、這个有啲。市以我所知每年都要考添，而確保你所有嘅公司都係合規格嘅。嗱，再講深一層啦，咁合規格嘅交易平台喺加拿大啊，如果處理虛擬貨幣又係點咧？嗱，縱觀嚟講，成個全個世界啊，加拿大係確確實實係如果冇記錯係第二個國家係已經有呢啲嘅設立呢個system 嘅。咁第一个系边个咧？系一个岛国嚟嘅，并且好细，冇人会理噶啦。咁加拿大系第一个 G7 系会设立晒啲嘢。咁如果你虚拟货币嘅平台嘅话，你一定要攞咗有其实佢有省政府同埋呢个联邦政府都有佢哋嘅 regulation 你要遵守。联邦政府就系佢一定要 make sure 你首先要攞咗我哋所谓 money service business， 即系话你可以动用人哋嘅款项，即系人哋俾钱你，你可以攞佢哋嘅钱去投资，呢、这个已经系一个牌照嚟啦。然之后，因为你系虚拟资产，所以又有另外一个牌照，再加上你嘅所有嘅我哋所谓好似同香港有差唔多，就叫 RO 啦 ，responsible officer 啦，基本上呢啲负责人啦，一定要攞晒牌照，考晒试，而佢你要过晒佢三关嘅资格审查，你先至可以。申请你先至可以申请。咁好啦，然之后申请之后呢佢唔係即刻批俾你㗎，佢要睇你一年至少一年嘅资产，你有冇你有几多钱泵入佢间公司，同埋你有冇 insurance policy。如果例如话我哋 insurance policy 即係点呢，你俾一蚊个客等一蚊，你有几多钱 match 到佢呢，佢哋就一定係要你基本上一对一㗎啦。个客抌一蚊，你就要抌翻，好似类似一蚊出嚟去做抵押，等个客即使攞唔到钱，你都可以赔到俾佢。有啲 insurance policy， 咁然之后佢就会睇你成个公司嘅架构会唔会有边一忽，我哋因为佢要做 audit 嘅，佢 audit 你啦，究竟边一部分你系会有机会出错，究竟你边一部分你会做啲乜嘢类型嘅 marketing？ 嗱，佢咧讲到明噶。marketing 是不可以做，你不会见到在加拿大呢是见到一个 billboard 写着喂来买虚拟货币啦，你是不会的。亦都不会见到人家会说喂过来学虚拟货币啦，不会。因为这两样东西在加拿大是 ban 了的。它是不给你去market 啦，做 marketing 啦，亦都不给你去教人怎样去做。因为它知道这两样东西就是我们所谓呢是会 influence 到个消费者的投资意欲，所以它们是 ban 了的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实就是极度极度严啦。咁所以亦都引致到好啦，之后有啲大嘅国家开始，例如话亚联酋啦，出咗 VARA 啦，英国佢亦都出咗自己嘅嗰一套嘅
系统啦。但系呢啲都系加拿大出完之后，某一部分嘅我哋呢边 regulator 去同佢哋去沟通，话俾你听，如果你想咁样做咧，你学下我哋啦。咁然之后，其他国家反而觉得哇，加拿大咁严嘅咁样，所以佢哋于是就修改少少咁样。但系严系有目的，严亦都系有原因。所以呢个亦都系同香港而家发生嘅事系即系会有一个，你会见到就系、是、啊，真系会确实系有借镜喺里边嘅成分喺里边咯。但系咧，据我所知，其实喺加拿大，佢虽然叫做即系相对，譬如美国，佢嗰、那个监管好多嘢多好多咧，但系我据我所知喺加拿大仍然系都几猖狂下，即系呢啲走私啊、洗黑钱。因为我听闻，譬如 B.C. 嗰度咧，我有亲友前排去 B.C. 啦，佢话即系你睇到嗰啲赌场嗰啲营运咧，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咩事噶啦，其实。佢話即係特別多嘅，佢有幾個區係根本啲 RCMP 都跟唔切，而佢我亦都上過啲講座啦，係你可以想象到任何洗錢嘅途徑啦，地下錢莊啦，地下賭莊啦呢啲咧，華人牽涉非常之多啦，呢、這個唔需要我講啦，甚至唔好話去到 BC 啊，我自己揾開睇按摩嗰個姐姐咧。佢都同我解釋過咧，呢邊地下錢莊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多，係政府跟唔切咯，唔夠人做嘢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咯，係咯，都係噶。其實我哋通常嚟講咧，喺零售平台嗰度咧，我哋通常有一個做法就係、是、我哋叫做 KYC， 即係 Know Your Customer。咁我哋就係基本上我做嗰間公司，我哋會用一個叫 World Check 嘅 World Check 就係乜嘢咧？就係、是、Interpol。再加埋各地嘅警方，佢哋每次做 case 嘅时候咧，有一啲如果係知道係跨境嘅犯罪，又或者係通緝嘅话咧，佢哋就会摆晒落一个叫做一个大嘅 system 里面。咁呢个 system 咧就同 Interpol 国际刑警係 share 嘅。咁然之后咧有一个叫 World Check 嘅呢个 system 呢个系统咧，就係俾我哋呢啲嘅 fintech， 又或者我哋呢啲嘅 financial 嘅公司去了解我哋嘅 customer 个，即系我哋哦打呢个名，咁会唔会出咗呢个 profile 出嚟咧？咁样系啦，呢个其一。第二咧就系、是、我哋亦都会有自己个省里边啦，会有啲警察嘅通知啦，等我哋了解。咁希望就系减少有啲人会用我哋嚟洗黑钱。咁当然亦都有一啲我哋亦都会睇我哋所谓嘅大额嘅交易啦。如果喺一个零售平台，好似我哋咁样，突然之间见到有一个人佢嘅交易嘅话个 frequency 系好奇怪、好奇异嘅，又或者佢每次我哋成日都见到有一啲人咧，摆钱落去咧系定时定刻定额咁样摆钱落去咧，我哋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会觉得系一个 red flag 嚟嘅。咁但系百永远都会做唔足嘅，点解咧？就系有啲人佢可以挪用咗其他人嘅身份嚟去开户口，然之后甚啲咁样使，呢个系其一。嗱，其实另外一种我哋最常见嘅 scam 咧，而唔系发生喺平台嗰度。嗱，有别于 JPEX 啦 ，JPEX 佢最大嘅诈骗咧系来自于 OTC， 即系嗰一扎林作啊嗰啲啦，同埋 JPEX 自己个平台。而喺我哋呢啲平台嗰度，因为我哋监管咗啊嘛，监管我哋个平台可以做啲乜嘢，同埋唔可以做啲乜嘢。但系反而就系我哋最多时见到咧，就系来自于消费者俾人呃钱，系咩咧？例如话电话骗案，又或者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好多时咧就会嗱，而家最讲一个大家一定要好留意就系，而家好多有啲 email 咧就会叫你话例如话冇清佢系 Microsoft， 然之后话俾你听。喂，我哋见到你个 browser 过咗期，你可唔可以 click 入嚟呢度啊？咁样，咁佢 click 咗入去啦，咁然之后就叫你 renew。咁因为可能你系唔系用紧 MacBook 嘅，你系用紧PC 嘅，咁你所以你个系操作系统系 Microsoft 系微软嘅，咁你咪觉得啊系，你又讲得几啱，好似真系 expire， 咁我即刻入我嘅 credit card 资料先。嗱，其实咁样已经系一个 scam 嚟噶，有其他。情况就系好似我哋平时听咧，我哋咪就系话嗰啲咩万里情缘咁，然之后叫你捐钱嗰啲咧，俾钱嗰啲咧，其实好多我哋亦都见到好多呢啲例子，就系佢话帮阿边个边个啊，我个情人啊，唔知喺边度啊，佢话要帮佢阿爸阿妈，咁咧就叫我俾1000万佢咁样，咁咧佢就叫我嗱，通常呢1000万咧，嗱佢哋
即系你魔高一丈，即系嗰句叫咩？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啊，定唔知咩？佢你以为话，哎呀，你冇叫我俾银行户口你，咁你都应该你都应该系冇事噶啦。错，佢系会点样咧？就叫你去我哋嘅平台嗰度开个户口。咁你喺我哋开咗户口，因为我哋做完 KYC 啦嘛，知道哦，你系一个普通嘅消费者嚟嘅，冇事冇干嘅。World check 啊，警察 police check 啊，都知道你系冇背景冇成。嗱，问题你开咗户口之后咧，好多人咧就会同翻佢嗰个情人讲话啊，我开咗户口啦。个情人就会话俾你听，哎呀，咁啊，你帮我咁样啦，我俾一嚿钱你，你帮我去唱几多个比特币啊，然之后咧就搬去某一个嘅钱包嗰度啦，有咁样事过发生。呢个其一，嗱呢个咧系个消费者系冇损失吓，另外一种就系消费者有损失啦，就系点咧？个情人话俾佢听就话，哦，你汇钱入去我呢、这个入去呢、这个帮我唱做比特币，咁我就可以悭咗手续费咯。咁样当你抌咗你嗰嚟话1000蚊或者2000蚊去帮你嘅情人吓，买咗一比特币，俾咗一只比特币佢嘅时候，咁佢就走咗啦，咁你就损失咗你嘅金额啦。呢啲系其中一啲好常见嘅例子，就系消费者嗰边利用即系虚拟货币上面嘅损失系啦。咁其实因为呢啲我哋所谓嘅诈骗案咧，系太多太多。我基本上我哋可以话一日啊，我哋可以收三四单嘅，可以系实在太多啦。喺加拿大嗰度发生，系啊，所以真系好夸张。同埋其实就算嗰人几有心理准备咧，你可以想象到嘅 combination 去呃你都呃到咯。咁我有两单听过，三单应该咁讲，一个咧，两个发生喺我屋企人身上。咁我爸爸做银行嘅，做咗好多年，咁唔系话啲咩高级职员，但都喺呢一个行业做咗好多年啦，系咪？咁耽误佢上咗年纪啊，始终有事。佢老人家系一个好明显嘅 target 啦。咁话说有一日咧，咁我就俾佢吵醒咗，咁系讲紧5点几6点，咁我已经好猛噶啦，因为我唔系一个 morning person 嚟嘅。但我老豆就好紧张咁出我间房度，你系咪将 credit 卡俾人盗用啊？之后拎住个电话，佢话咁样，之后我就话，首先第一，即系你做得银行，你会知道其实任何时候一个合资格嘅金融机构咧，佢唔会向卡主以外嘅人透露任何事情噶嘛。就算佢系话佢张 credit 卡有问题，佢唔会讲话盗用。佢甚至可能只会，譬如我系恒生咁样，我系汇丰，我有事揾边个，净系讲咁多嘅啫，揾到就揾到，揾唔到就揾唔到。咁呢下应该系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红灯啦。咁但系好明显，佢就捉住咗佢系一个老人家嘅心态。咁我老豆就劲惊，咁就嘈醒咗我。咁我嗰刻冇力同呢啲诈骗人讲啊，但我就叫佢即刻 cut 线，又就解释翻俾佢知，系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另外一个就系我舅父，前排上咗大陆。咁好奇怪嘅喎，咁大家都知大陸用唔到 WhatsApp 噶啦，除非你可能有一啲香港拎過去嗰啲咩漫遊電話卡嗰啲，咁可能有少少機會，但佢都唔係即時嘅。咁咧，我話説喺香港嘅親戚咧，就收到我呢個舅父一個 WhatsApp message 咧，就話喂有冇6500蚊啊？我要找一找卡數先。咁首先咧，第一就係完全唔符合佢性格啦。呢個舅父只會借錢俾人嘅啫，佢唔會問人借錢嘅。第二就係，你唔系翻咗大陆嘅咩？咁样咁好彩，嗰个亲戚都有少头脑，就 send 咗俾佢女睇，佢女即系我表姐啦。咁我表姐就拎晒出嚟，话喂，舅父你喺边啊？佢话咁样，咁我舅父又戆居居，之后你个 WhatsApp account 已经俾人 hack 咗，佢用翻个 WhatsApp 喺个 group 度讲话，唔系哦，我冇啊，我冇 send 过呢、這个。咁我嘅做法咧，我即刻踢咗佢出 group，我踢咗佢出去先，但系我哋到而家都唔知点解可以俾人咁攞咗个 number 咯。咁唯一而家叫佢做就系做翻 MFA，即系 multi factor authentication 嗰个。咁可能即系譬如要加个验证码啊、email 啊，唔知要点啦。咁但系到而家都未 resolve 到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买 gift 卡咧，一间 train 有做正当 training 嘅公司咧，好多时候就会教啲员工咧，如果有啲客入嚟买好多 gift 卡，一口气买一堆咧。做多嚟问一问翻佢哋，咁话说咧，我就识得有人咧，因为前排咧 Canadian Tire 咧，呢度加拿大一间连锁嘅五金啊家品嘅公司啦，咁样佢哋就做紧一个 sale，就系唔知买佢嗰啲 gift 卡咧，100蚊咧就有8-5折，
咁話說呢對呢幾位咧就係好中意慳錢嘅，咁佢哋就走去一間 local Canadian Tire，唔知買500蚊定600蚊嘅 gift 卡。咁咧個收銀咧就因為訓練得宜啦，就同佢講，就好驚佢哋俾人詐騙，就問咗佢哋好多次，有冇人即係打電話叫你買呢啲？其實佢哋就唔買，佢哋係純粹嚇篤數咁樣算死是草咁。咁但係即係我就話啊，其實個收銀係幾好啊，佢做多咗係咪？尤其是佢見你哋即係一睇就知道你哋係移民啦，英文又唔係咁好，咁佢其實佢都係幫你啫係咪？咁但係呢啲好多嘅，即係我以前做譬如做賣酒啊，去 shop 嘅時佢哋都有提嘅，即係話尤其是如果你見到，尤其是上咗年紀，佢突然間買一扎咧，你做多一步，即係去問一問佢。咁亦都好多呢啲啦，點數卡 Apple 嗰啲經常有嘅呢啲係。冇错，冇错。其实嗰个骗徒个诈骗方法真系手法真系绝层不出不穷，穷。层出不穷。喂，咁我一系啦，咁我哋都时间差唔多啦。咁去到呢、這个，我哋今日 Peter 听阿 Peter 分享好多关于即系呢一个虚拟货币或者呢一个区块链上面嘅一啲，问一条好听可能蠢蠢地嘅问题，你觉得呢一刻仲值唔值得一个普通我哋啲普通收入嘅中产又咩都好，你觉得其实仍然值唔值得去投资？虚拟货币咧，或者我应唔应该去学习下点样去投资咧？哈哈，嗱，个人意见啦，各位个人意见个啦。人意见啦，同埋唔系用一个公司嘅咩啦？嗯。无论你系买古董，无论你系买股票，无论你系买储闪卡，唔系嗰啲闪卡系龙珠嘅闪卡系。都好，你都会首先你都要做功课啦，你都会去要会去明白究竟佢后边有冇价值，有冇咁嘅 demand。有冇人需要呢样嘢？而虚拟货币同样地，你都要去睇下虚拟货币嘅前景、虚拟货币后边嘅理念、虚拟货币后边嘅运用或者应用嘅 project 系乜嘢？咁从而咧，先至会去揾到究竟你觉得佢嘅价值喺咪度？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就算我系今日我系用古董爱好者嘅身份嚟同你讲话，喂，乾隆嗰个咁嘅花樽啊，好鬼值钱噶，你快啲买啦咁样。咁但系喂，调翻转头，然之后发觉，哎，原来嗰个系佢当年系烧咗成12000万个嘅，咁你嗰个即刻咚一声就跌晒落去价值。所以其实最紧要就系来自于明唔明白嗰样嘢先。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行内人士。后边嘅 project 确确实实会第时会喺应用到喺唔同嘅层面上面嘅，呢、这个就系我会觉得会有咁大嘅关系，或者佢嗰个价值就在于佢后边啲 project 啦。系啦，咁大家都如果有睇过龙锦位咧，都记得啊，郑中基曾经有一幕呢个瑞士山区废片嗰啲，即系其实虽然呢啲系听我哋笑话，但其实欺诈呢个过程一路都喺度。咁其实都好简单嘅，有好多 product 佢唔系冇一个 value，而系你唔可以觉得我买个我去买一个虚拟货币啊，升值硬噶咁样。首先第一已经过咗个期间啦，真正。以前暴利嗰陣時咧，即係買 Bitcoin 暴利嗰個時段咧，個黃金時段已經過去咗啦。因為我係識得有人買 Bitcoin，然後我有個俄羅斯朋友，佢嗰陣時就買 Bitcoin，咁基本上佢同我講咧，佢後尾賣翻出去咧係夠佢喺莫斯科買半層樓嘅。咁莫斯科啲樓都唔係平嘅，首都嘛。咁佢都自己話佢係放得早，同埋入得唔算特別早。咁你諗下都可以咁賺到，但我哋已經過咗個時機啦，而家唔會有呢支歌仔唱。同埋大部分持有虛擬貨幣嘅啲散户嘅入門級投資者咧，你有一樣嘢最緊要，除咗要學嘢之外咧，其實你真係日日要睇住個市咯。要啊！咁如果你覺得係你譬如好懶嘅，或者唔想嘥啲咁嘅精力嘅，咁可能呢個真係唔適合你。譬如好多啲人都话，做定期好啊，做定期咁唔使谂啊嘛。咁呢个系真系佢嘅好处。咁但同样地嘅弊处，可能就系咩咧？系一个相对之保险嘅一个投资产品。咁啊，睇下你想要咩咯。有啲人好 risk averse 噶嘛，有啲人系个 risk tolerance 超大嘅。咁所以我觉得意见大把出边，但系一定要审慎啦，问多几个持牌人士啦。好似我哋呢咁样嘅分享，你可以听。咁但最终嘅 decision 你要 take 啲咩咧？自己小心衡量，系啦，问多几样冇坏嘅，我都觉得系。所以呢个系啊，我哋都讲咗好耐，仲有冇啲咩 last
words of advice？ 哦，最後嘅一個建議，大家喺加拿大度，政府必我哋做 KYC 嘅時候必須要規定嘅，就係、是、喺香港，其實我應該係，我覺得一定係應用到，就係、是、如果你嘅投資嘅 portfolio， 你嘅組合啊，無論咩股董啊、乜鬼垃圾嘢啊、虛擬貨幣啊、嚇股票啊等等，係你嘅成個身家嘅四分一咧，呢、這個已經係嗰個 limit 嚟噶啦，千祈唔好超過呢個 limit。加拿大係仲咩啲？加拿大淨話俾你聽百分一添，但係如果你瞓身家落去咧，真係唔任何嘢都唔好。同埋咧，亦都想講唔好太心存僥幸。你唔好覺得我全部啲錢抌曬喺香港啊，呢邊 check 唔到啊咁樣。首先第一加拿大同香港係有一個協定嘅，佢哋係 suppose 如果有需要咧，政府係可以互相查你喺該地嘅資產。咁、大家都亦都聽過啊，鄭丹瑞嗰單啦，瞞税啦嚇。罰款呢啲啦，大把嘅。咁當然啦，我哋唔係淨單税，唔會賺到佢咁多。咁但係唔好太心存僥幸咯。尤其是你嚟到連 PR 都未入嘅，你已經諗緊點瞞税嘅話咧，咁你就真係自己諗諗。呢啲要有跡可尋嘅，好多嘢都有跡可尋咯。係啊，係啦。總之就投資審慎，任何嘢睇多啲，盡量 make sure 去啲持牌嘅。如果你個 gut feeling 話俾你知咧。This doesn't seem right 咧，我發覺咧經驗所求咧，大部分時候咧，你嘅 gut feeling 係正確嘅。係啊，冇呢、這個世界真係冇免費午餐，冇咁大隻鴿啦。佢話咩 20% 回報啊？傻啦，唔會啦。咁講嘅話，全世界唔好做其他嘢啦，有乜好翻工咧？係咪全部去炒啊？全民炒股，全民炒币，系啊，系啊。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如果下次有机会嘅，咁啊，再倾下呢啲啦。因为我都觉得，其实我讲咗好多次，我觉得喺加拿大咧，安稳生活咧系好容易有，但系同样地，我哋呢度系一个万岁之国。你除咗节流之外，你一定要开源。咁或者我哋第时再讲多啲呢一啲方面嘅，点样喺合法嘅框架里面，合法安全地去理解到呢方面嘅知识，系啦。好啊，咁啊呢一节系咁多先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系啦，好啦，拜拜。拜拜。你好嘛，我系 Eugene。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to Hong Konger Station and their subscribers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trust that they have given my team.It's been a rough 2022, but with your help, you know,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a number one real estate team award in North Richmond Hill Remax Realtron office, and I thank you guys for that. Buying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people make in their liv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right real estate agent for the job that can advise the clients. And one of the biggest traits that the agent has to possess is obviously the knowledge of the marketplace.And has to be trustworthy, honest, and professional. 大家好，我是地产铁三角庄生。无论你们有任何租务上的问题啊，或者买卖的疑问啊，咁你们随时可以欢迎打电话俾我哋啊。咁我哋都可以会尽力去帮你去处理嘅。咁我哋嘅电话是647-629-8281，647-629-8281。Thank you.郑太，想找你买车保啊？咁房屋保险你做唔做啊？咁你保乜噶？郑太保险保你条命啊！知唔知边度有车身维修或者喷油服务啊？嗱，其实我哋 Tele Motors 就唔止净系整车噶，胎花碰撞啊、车身维修、喷油呢啲咧，我哋都做埋噶。咦？咁啊，即系揾你哋就可以搞掂晒？咁梗系啦。另外近排又多了很多香港朋友过咗嚟，当中我知道有些可能仲是新手车主，有些关于车的保养嘅嘢咧，佢哋可能都未必知嘅。嗱，例如咧点去入玻璃水啦，或者见到一些维修灯着咗嘅时候咧，可能都唔知点算好。咁其实大家咧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哋，或者经过铺头嗰阵咧揾我哋倾下都得噶。Technic Motors， 我哋一站式汽车维修专门店，温暖嘅屋企。一家人齐齐整整，你话系咪几好呢？初嚟报道，人生路不熟，未有加拿大工作经验，要做到银行按揭真系有啲难度噶。有啲银行帮唔到手之余，仲浪费咗时间，搞到一肚气。银行唔 do，we do。
太容易。关心你的按揭专家，电话查询647-239-0682，电邮 rex@redo.mortgage。如果你瞓醒起身觉得腰酸背痛，又或者越瞓越攰，咁你就要考虑下换一张承托力啱你嘅身形同睡眠习惯嘅床褥啦。如果床褥太腍，你瞓觉嗰阵腰部会下沉，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搞到腰酸背痛。如果床褥太硬，床褥同你腰背之间出现空隙，肌肉缺乏承托，如是者身体嘅支撑点如头、膊头、臀部将承受压力，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将床褥要慢慢瞓，梗系要试过先得啦。快啲拎起你个电话，打416-321-1882，揾李安家私倾下啦。床一定要拣最舒服嘅。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嘅声音。香港人的主场。哎呀呀！哇哇哇！好正啊！哎呀呀！唔使斋喺度羡慕人睇到极光啦，自己决定去睇咪得咯。2023年1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属于你嘅极光啦。有人话一生人一定要点都睇一次极光噶，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遥游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电话去 book 啦。香港台2023，并肩同行，依然有你。有你们的支持，香港台继续会紧守岗位，做到最好。鸣谢以下商户排名不分先后：地产铁三角庄新、利安家私、Scrumptious 黄店、大家好餐厅、郑太保险、Twins Service 逍遥游、Tannic Motors、青藏牛肉面、地产威廉、姨妈团购、Beauty、The Realtor Bear、地产红、咏春方永康拳术馆、TT Auto Beauty、We Do Mortgage、太容易 Wax 风、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有一班嘅政治犯咧，喺個獄中就冇得同佢啲屋企人團聚嘅咁樣，咁有好多係爸爸啦嚇，咁佢哋係已經係第三年啦，第三年喺呢一個獄中嗰度度過嗱，咁但係咧。
就除了他們之外呢，都有一個小小好消息啦，就是阮文安呢，他就在中秋節這一天就刑滿出獄樣的。那就原來他一判呢是判了26個月，是真的很久的時間。我自己呢，因為我不在那個獄中啦，我沒有感覺到那個時間是這麼久的，但是原來是不經不覺呢已經在裡面是26個月了。這樣那你以前有没有听他的歌的？其实呢，我跟 Tommy 呢都挺熟的，我们都是朋友来的，我们真的平日整日吃饭，整日聊天。有些不方便的不可以说，因为刚刚呢，他放出来，就 Tommy 呢，就在今早上香港时间，早上9:00-10:00放出来。咁而家我哋都希望啦，佢要平安啦，同一時間佢需要 settle down 咗自己嘅情緒先，因為始終咧混咗廿幾個月啦，咁其實正常一個人都好辛苦。咁之前我一直都有寫信，同埋我都有一直 support 住佢嘅情況嘅。咁Tommy 咧，其實係一個好堅挺嘅朋友。無論孤物論有很多無論外來的消息都是講他可能他以前的一些往事，我可以在這裡實在跟大家講，希望我之後會 cap 這段給 Tommy。 好啊，你從來都是一直堅挺這樣撐住香港人，而無論你以前做過什麼，2019年你明白到我們香港人要什麼，你能夠做得到，所以為什麼義無反顧一直 support 住你，而這個過程我希望將來你的家人、你的小朋友，你可以在一個更加自由民主的地方可以繼續發光發亮，繼續為我們的民主自由來發聲。那希望 Tommy 呢，你加油，我們都會努力，你又要努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那我們在一個自由的開放的空間呢，我們之後我跟你讲了的 ,Tommy, 我跟你讲了的，我之后会开一支响21给你，跟着呢到时我们一起咁走，是啦，所以你走不得的啦。希望啦，可是吧。那你之前是怎样跟他认识的？是不是就是19年认识，但是再之前的？我们都是19年认识的，因为始终都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理念的人，所以来到现在他也都是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为什么今天啦，即是我都估不到咁啱得咁巧，就是这个中秋节。咁你放出来，咁希望后面啦，我们可以在一些自由开放民主的地方可以再重聚。我都很同意啊。你觉不觉得呢，在2019年打后呢，你会没了一些朋友，但是呢你又会多了一些朋友，即是个感觉呢就好像啊，2019年之前是上一世，之后呢就是一个第二世，即好像是一生人里面是有两世这样去生活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又是啊，你这个讲法呢 Fiona 你很啱的，因为当这个时局这个世道呢慢慢改变的情况下呢，我们以前由旧的香港现在变成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南深圳的新香港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哇，为什么这么不同呢？那以前我们是拥抱着我们的经济自由啦，我们言论自由啦，那现在来到这一刻好像 parallel reality，即是好像平衡时空咁样喎，系嘛？咁跟住我哋人生可以有拥有住两个世代喎。咁但系我自己啦，就我认衰仔啦，咁我冇办法啦，我去到其他国家，咁我所以从来都系觉得，仍然坚守喺香港嘅朋友仔咧，都系一个勇者嚟。呢个勇者就系、是，系啊系啊，佢系勇于承担呢个变迁啊。但系即系譬如咁，Fiona。你同埋我列大夫就係、是，我哋冇辦法頂唔住啊！我哋去到其他地方，但係仍然留守喺香港嘅朋友咧，我哋一定給予你哋嘅鼓勵同支援，因為你哋係一個勇者嚟。係啊，我自己覺得無論你走咗同留低，其實都係要有個勇氣，要有個意志力去到繼續去生活咯。嗱咁講，即係如果我唔係。
做咗而家呢一個工作唔係咁樣嘅話，其實我又識唔到我哋一連串我哋呢，即係我呢幾日嘅嘉賓主持。其實你哋咁多個咧，我都係以前唔識你哋噶嘛。即係以前你諗，如果唔係社會運動，我鬼知邊個列大夫咩？係未必會知噶嘛。咁但係經過咗，即係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經歷，咁就 lead to 譬如今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都係啦。一日嘉賓主持，我係重新去認識呢一啲新嘅朋友咁樣咯。咁唔知咧，有陣時我都會掛住以前嘅生活嘅。咁但係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係要向前啦，咁啦。你有冇掛住以前嘅生活啊？這個世界好奇妙嘅。當你去掛住同埋緬懷過去嘅生活嘅時間咧，這個世界已經唔會再留一個機會俾你。如果你唔能夠與時並進咧，你永遠都會滯後，同埋你會落翻喺以前嘅世界入邊。所以啦，當然啦，今日咧就我哋就唔見咗阿 Jo 啦。咁啊，當然我好掛住佢嘅，你知唔知啊？佢啱啱琴日同我講啊，佢話：，阿列大夫我去咗曼城喎。跟住我話：點解咁噶？點解你又叫我過嚟？跟住我哋一齊做節目，我哋香港台做節目。跟住咧，你自己走過去我診所嗰度。我係咩？佢去咗你診所。我估暫時未去嘅，但我都介紹咗啲餐廳俾佢嘅。跟住，條友真係嗱，所以咧，我就希望啊，2024年我都係再重申一次啊，我希望咧，2024年咧，我過嚟 Toronto 咧，我可以直接揾你哋，直接現場再做一次節目，開心。咁咧，我覺得係真係最開心咯。但係你知唔知黃俊賢就最好彩啦？我哋睇一睇呢一對嘅夫婦啦，張智霖同埋袁詠儀啦。咁啊，張智霖咧呢排都好 hot 啦，因為佢牽涉喺 JPEX 嘅事件裏邊，佢又冇被捕嘅。咁佢就係純粹係接受調查去警局嗰度。咁然之後咧，今日咧佢攋完嘢之後，輪到佢個仔啦。咁佢個仔咧就話説喺4年前咧，咁佢就有一個模仿 rap 嘅視頻咧。咁佢就話：啊，你睇唔睇到嘢啊？我好似睇唔到嘢咁喎。因為咧，佢就將隻眼咧整碎，跟住就扮中國人。咁然之後咧就喺度話係咪睇唔到嘢㗎咁樣？咁同埋咧，後屘咧佢亦都係話咧，嚟自廣州嘅人咧係好中意食狗嘅咁樣。咁所以好多人都鬧佢啦。咁4年之後咧，佢就17歲㗎啦，而家咁佢就覺得我以前做嘅嘢都係唔啱嘅，係辱華嘅。咁所以咧，我就希望都出嚟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啦咁樣。其實咧，我係覺得咧，佢哋兩個做父母啦，這個仔啦，其實係肯定嗰個政治取態係應該好不一樣噶，同佢爹哋媽咪係咪咧？我覺得唔係講呢啲。我覺得就算藝人本身都已經需要一個叫做平衡，或者叫做咩人格分裂。其實就算你即係因為你要去賺中國嘅錢咧，其實你都冇得揀啦。你應該即係其實你都應該一直以嚟都有好多 case 話啊，本身講一啲嘢之後要道歉咁樣嘅嚇，即係有啲藝人係講一啲嘢，然之後被網民追擊，跟住道歉咁樣。咁而張智霖其實本身已經有好多即係可能係 pro 咗 China 嗰邊嘅一啲言論啦，或者咩小紅書啊、微博咁樣嗰啲。咁但係佢個仔其實佢嗰個言論，如果你話以小朋友的角度去講咧，當年去講啦，可能佢真係因為即係呢一種嘅現象，令到佢覺得唔開心，或者令到佢覺得有一個意見想表達。咁但係點解咁多幾年之後又要佢出嚟道歉咧？係咪因為一啲嘢咧？係咪因為佢嘅父母有一啲嘢，即係可能俾人去揸住而需要做呢個動作咧？或者會唔會因為佢嘅父母，所以佢先出嚟道歉咧？咁呢個其實對佢嚟講係唔健康嘅，我覺得就 probably 可能你頭先講嗰樣嘅原因，可能係喎。真係喎，即係你係要一致噶嘛，所有嘅言行，你爹哋媽咪係咁，你個仔就要係咁樣啦。咁其實係有啲 sad 嘅，即係你睇到，因為佢個仔好似係讀國際學校咁啊，即係細個讀國際學校。咁其實佢就本身佢個思想根本就唔係好似中國咁樣嘅，本身就唔係啦。但係你同時，你作為父母，你又要擺佢喺國際學校，咁樣其實成樣嘢係令到個小朋友真係好辛苦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而家香港啲父母都係咁樣。
嗱，父母係王嘅，但係你就冇擺佢喺國際學校，你俾佢係讀 local school 啦。咁你讀 local school 嘅時候咧，咁佢就要升旗啊，要學外國啊，要好多呢啲嘢。但係翻到屋企咧，你就係聽另外一樣嘢。其實呢一種分裂咧，我相信香港有好多嘅家長咧，都可能係面對緊一個咁樣嘅問題，係咪？我想一定是，即其实两边的，刚才说即黄色 的父母的仔女就在正常学校，但是另一边相就是可能蓝色的父母他的仔女又去了国际学校这样的。你知道 很多高官其实他的仔女都不在香港读书啦，是吧？是啊。那究竟怎样面对呢？即是比如说我们知道梁振英的仔那个两个女儿。女都是这样，他的女儿都是这样，是、啊、林郑的仔和女儿也都是这样。究竟怎样平衡呢？究竟仔女的角色和那个高官、啊、究竟有什么的冲突呢？在里面其实会不会存在冲突呢？甚至乎不要说仔女了，就是这个林少波这样和林郑，其实大家都很多揣测，很多感觉就说林少波其实和林郑是一个很大的分歧这样、啊、即是这些家族上面或者家庭上面的取態是因為這個官是要 pro-China 的時候、嗯、其實屋企沒可能是一個即家屬屋閉、啊、或者是家無寧日、啊、其實是一個縮影來的，即整個香港也有很多的家庭一定會有同樣的問題。是 啊， 是啊，即我覺得以前呢我就是比較幸運的一批啦，因為他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是不是我都不記得了2011年之後，就有一次咧，係有一班家長就上街，因為佢哋國教啊，即係反對國教、國民教育咁樣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差唔多係時候帶個即係去報名報幼稚園噶啦咁樣。我覺得好好彩係發生喺佢入學之前。咁然之後咧，我就可以 make 一個 decision 咧，唔擺喺 local school。咁由大 Mr K 咧係、國際學校咁樣成長啦，去到而家咧。我覺得是好彩，就是去到現在所有東西我跟他都是一致啦，可以。所以這一件事就是相反地，現在香港有一班家長就是、要面對一些可能跟子女有一個不同的看法啦，例如小朋友會問爸爸為什麼你不愛國的，你可不可以回去跟我老師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樣。喂，你去到這些就真的、會有一個裂縫，即不是裂縫，是有一個 gap， 即跟個小朋友的思想 會很不同，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而且挺可惜的。其實有些可能我再極端的，即是我們現在去想而已，再極端的就是如果小朋友在普通學校讀書，那你家長即 當你是中立先計啦，那可能你是一個理性分析這樣的一些家長，但是當小朋友在學校學到的東西是相對 pro-China 或者 pro-government 的時候，其實回到家你作為家長你怎樣去教導小朋友呢、一些正確的想法呢，而不是有些偏頗呢？那、當個家長去比如說叫個小朋友理性分析的時候，那個小朋友可能會 反指就說，喂，為什麼你會這樣看的家長？那再極端一點就是可能那些紅色的思想、就是當家長不滿意的時候、或者家長有些言論，其實小朋友可能會告發他都不頂的。那這個告發可能就是去到、即以前1960年代在中國那邊的、文革發生的事，可能會就在香港發生。那這個是一個相對極端的情況、我們會擔心會發生。但你說極端呢，其實都不等於它不發生，可能發生緊㗎啦，已經，只不過係未必好多 news 係關於呢啲嘢啦，係咪？你覺得呢一個係咪一個可能咧？阿 John 講，可能佢準備入娛樂圈，咁都可能係嘅，即係為有可能鋪路啊嘛，鋪路成個家族咁樣啊嘛。喂，咁跟住咧，我哋講下香港好繽紛啦。咁啊，陳茂波咧就去咗歐洲嗰度咧，就宣傳香港有幾正啦。咁然之後咧，佢而家翻嚟咯喎。咁佢就話有好多歐洲嗰啲企業咧，聽完之後咧都好想喺香港嗰度發展佢嘅市場嘅。咁呢一樣嘢你點睇咧？我早排見到阿波叔咧，佢就喺即係嗰個去外訪嘅時候咧，咁就搬啲係咪冇記錯啊？搬啲燒賣啊、點心出嚟，咁就話香港美食係好好咁樣啦。咁但係似乎呢個都係一啲舊酒新瓶啫，即係你話香港有啲咩食，不嬲都係呢啲嘢食㗎啦，係嘛？咁而家波叔就話即係好多即係創新科技咧，
歐洲企業就好想喺香港去到投資或者係即係擴充業務咁樣。咁我就我亦都唔去揣測究竟呢啲企業係講大話定係乜嘢啦。咁但係我相信咧，歐洲而家面對嘅困境咧，其實可能會令到佢哋都想去香港呢個相對税制上面冇咁勁嘅一個地方發展嘅，可能都真係咁樣。咁波叔究竟佢點樣推銷咧？係咪夜奔奔呢個方向推銷俾佢哋咧？咁當然未必係啦，因為講緊嗰啲係嗰啲科技啊嘛。咁我就覺得就係話，而家即係呢個全球格局咧，其實你話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咪即係想要嗰個結果咧？應該就唔係啦，因為譬如話我哋英國咁先計啦，即係其實明外相去咗中國訪問，而之前咧亦都有即係駐港，係咪駐港咧？總之係官員上面就想即係同香港做翻啲生意啦，咁樣。咁呢個發展，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咧？即係香港人喺2019年之後四散其他西方國家啦，咁但係有啲衝突嘅就係話，點解西方反而係想同香港做嗰啲生意往來咧？咁呢個點睇咧，Fiona 你又？我自己覺得，我估咧，佢出席呢一啲嘅，即係出席呢啲嘅訪談啦，咁然之後見一啲唔同嘅企業，其實禮貌上佢唔會話俾你知，唔係而家香港有國安法，唔係而家有好多企業走咗，佢一定唔會同你咁講噶嘛。我覺得咧喺禮貌上佢哋就話啊好啊好喎，係喎，你講啲嘢好好啊，OK，我哋翻去諗下，即係其實即係歐洲啦，或者英國啦，甚至乎加拿大啦。係好 polite 噶嘛啲人，即係佢有一個好 polite 嘅文化嘅。我自己估可能係陳茂波講完，我咪話啊，係喎，好喎，好啊，我諗下，OK 啊，開個會。啊，有興趣咁樣。我覺得係咁樣咯，因為佢哋唔係唔知噶嘛，即係香港好多企業走咗噶啦，去咗第二度噶啦，咁然之後有國安法噶啦，跟住一個企業嘅老闆黎智英就係俾人拉咗嘅，困咗1000日嘅，佢哋唔會唔知嘅，係咪？咁。佢 OK 啦，佢自己翻嚟咁樣去話啊，其實好好啊，佢哋口頭上好多人都有興趣，你講咯呢一樣嘢，係個講，即係去到最終真係係咪真係有企業係想去咧，定係佢哋情願去新加坡咧？係咪？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知道，佢哋個取態同埋佢哋個方向係點樣咯。都同意嘅，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可能喺對話上面，其實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禮貌上面，頭先你講禮貌上面去咁樣講，然之後陳茂波復述翻就話非常之感到興趣啊咁樣，可能都得個即係得個講字。咁但係我哋要關注嘅就係係咪真係即係西方係咪真係想同翻中國嘅嗰個關係相對 close 啲咧？其實呢個係需要去睇，即係我哋需要去睇。係啊，同埋成日都有好多呢啲動作咧，你會好驚噶嘛，即係會好驚啊！佢哋會唔會有合作啊？合作跟住落去又點樣啊？咁樣啦，喂，咁但係跟住咧，我哋睇一睇香港啦。咁香港咧就有夜奔奔，我琴日咧喺相嗰度睇啦，有一個元朗嘅夜奔奔咧，就係摩。咁我估佢一係就係 Yoho 啦，定係點？即可能都係嗰啲摩啦吓，零人嘅喎，大佬。半夜三更，即系零人喺度。咁如果见到人嘅话咧，嗰个系唔系人嚟嘅？跟住咧，然之后咧，我哋又见到有一啲嘅买系咪烧卖嗰啲，就话好贵啦咁样。喂，好啦，跟住咧就有一个户外嘅活动，就喺湾仔个海滨嗰度咧有一个艺游坊。咁然之后咧就 suppose 咧好热闹嘅，90个摊位，40几个熟食嘅摊位咁样啦。点知咧冇电喎。即係嗰啲檔販原本咧係諗住我要多啲，我要電嘅話，我要俾多1萬蚊嘅，俾多1萬蚊就要多啲電啦咁樣。點知咧冇電，由3點開始已經冇電，最大禍係咩咧？嗰啲食物咧，香港好熱噶嘛，嗰啲食物咧要雪住，你冇電嘅時候佢就壞晒啦咁樣。咁例如咧有一個係咪賣呢、這個魚子啊，魚子醬，魚子醬。已經壞晒啦，咁樣真係好大鑊喎！其實所有嘢都好唔老禮喎。我都唔知啊，夜奔奔其實咧，即係講其實講咗好短時間啫嘛，即係由一啲議員或者業界去講，跟住到落實啊，再到呢個白絲點睛嗰度咧，
其實係好短時間嘅啫，我都諗唔到點解可能即係香港政府做嘢點會咁快啊？係咪先？咁但係一個咁樣嘅 campaign 做出嚟，其實嗰個效益喺邊度？有冇一個實質喺市場上面嘅評估咧？老實講，我哋都即係我自己做節目嘅嗰啲觀眾都提到一點嘅，就係根本上唔會夜晚上出街。講緊嘅就係嗰個消費嘅模式啊嘛，即係如果你本身香港人係想消費嘅，咁其實佢日頭都出咗去啦，咁亦都個消費已經帶動咗啦。咁點解要夜晚先去做呢個消費咧？係嘛？即係你放工翻屋企，其實已經好攰啦，仲要消費，我都唔我明就喎。係不同個題嘅，即係佢要推咧，唔推日間嘅經濟咧，係咪？即係你日間係比較好啲啦，有小朋友可以 join 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咧，而家香港嘅人咧，我睇過一個 theory 啦，就我唔記得喺網上其中一個 KOL 講嘅，咁佢就話可能點解而家啲人夜晚唔出街咧？就係可能咧，我有我有五班 friend，我有五班 friend，咁但係咧，而家譬如B 嗰個 group 嗰啲 friend 咧，有啲就已經係移咗民噶啦。咁移咗民，我喺香港，我唔會再出去同佢哋食飯啊，我唔會再飲嘢啦。咁跟住你諗下，如果每一個 group 都有啲人係走咗嘅話，咁自自然然佢哋嗰個即係嗰個 social 嘅 circle 就會唔會出去食飯咯？即係可能係咁。我睇完聽完呢一個 theory 之後咧。我覺得都係嘅，即係你諗下，如果你有一班 friend 係五個人或者三個人，有兩三個都走咗啦，咁其實你真係唔會再想出去食飯啦。咁你曾經講過，你話你上咗之後 focus 喺人權嘅人權嘅工作上邊，咁其實個 transition 係點樣㗎？係咪你而家要做某一個時間，跟住先至可以轉，定係點樣㗎？其實咧，就喺做律師嘅範疇裏邊咧。佢就冇指定話你讀咗咩科就一定要做邊個範疇嘅法律嘅律師嘅，咁所以你其實你做邊個範疇都得嘅，咁但係就要睇下你配合嘅嗰間律師樓本身係咪做開嗰類嘅案件，同埋你有冇即係嗰類嘅專才，有即係你啲老闆啊、你啲上司啊，係咪做開嗰範？因為你譬如我呢間就假設嚟講，我哋冇做移民嘅，咁譬如好多香港人揾我做話做移民啊，申請邊啲簽證啊。即系我哋唔会识，咁我啲老板都唔会识啊，咁样咧，咁就呢间律师又帮唔到你噶，咁譬如，咁所以我哋想做多啲人权嗰啲案件咧，其实都唔系话我呢一刻可以做到嘅，咁但系我自己嘅目标咧就系，因为对我嚟讲，我喺香港冇做过律师噶嘛，我都系白纸一张嘅，咁我做嘢嘅时间都好努力，我想尽量喺最短嘅时间之内吸收晒所有嘅知识同埋经验，等我可以快啲可以独当一面啊。識得晒啲上庭嘅程序啦，即係一啲訴訟嘅技巧啦，文件點樣寫先係最穩陣啦，咁同埋呢啲本地嘅法律文化啦。咁我讀多一面之後咧，我就可以有得揀，咁我可以去做一啲公益嘅個案啦，或者去做啲非牟利嘅個案啦，或者去啲法律中心啊、社區中心啊、法援啊等等，咁就接觸到多啲人權嘅案件啊、行政法啦。咁就可以專注喺個範疇啦，或者去第二間做啊，咁樣都唔奇。咁但係呢個時候嚟講，我都係一種裝備自己嘅狀態咯。呢幾年係，但係你其實而家都 in a way 係真係從頭再嚟過嘅喎，係咪？即係你係從來冇做過律師嘅行業啦，而家從頭再嚟過，有冇好辛苦，有冇好吃力嘅感覺？因為即係都並不是啱啱 graduate 第一份工，都唔係有家庭啊，有其他嘅工作啦，咁。有冇一個好大嘅即係 struggle，即係好辛苦咧？覺得有冇？對我嚟講又唔辛苦喎，對我嚟講係幾享受呢種挑戰，同埋即係呢種學習嘅過程嚟嘅。咁正所謂我過往就係未做過，簡單嚟講，我畢業之後都未做過商界嘅任何一份工，我淨係做議員、做政黨，喺政界裏邊打工。其實我一直都有啲希望咧，即係出嚟一個商業世界裏邊睇下世界嘅另一邊啦。咁同埋。可以有多份即系专长，多份技能去做啦。咁所以呢个系我几享受嘅学习过程咯。咁就对我嚟讲唔辛苦嘅，唯一辛苦就系我要牺牲咗啲时间去做少咗，譬如即系见议员啊，即系开会啊，嗰啲时间。咁我就觉得比起过去2年，我做少咗好多嘢。咁唯一系嗰种压力咯，即系俾自己嗰啲压力会夜瞓啲咯要。而家几点瞓嘅通常？而家啊，都12点打后先瞓咯，系啊，但系我已经要俾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界限，即系我唔可以迟咗几点瞓，如果唔系第二朝我应付唔到个唔够精神应付到啲工作啦咁。同埋我而家做律师行咧，系做好大程度系做诉讼嘅打官司，
咁所以每寫份文件要好似捉棋咁樣咧，即係諗前十步係啦，人哋要點做咧？咁用好多用好多腦消腦力嘅時間，咁所以一定要夠瞓咯，係啦。係啊，呢個都係嘅。同埋咧，嚟緊係即係嗰邊嘅律師會啦，同埋佢哋嘅南澳法庭咧，佢裁定你係品格良好嘅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唔知道原來有一個咁樣嘅 process 嘅。咁佢哋其實成件事係咪佢哋係有一個 panel 喺度，咁你就去交代你自己嘅事情，係咪咁樣噶？係有一個 panel 要交代嘅，不過咧就可能唔係你諗得咁 dramatic 嘅，全部都係書面嘅啫。咁我書面寫俾佢，佢就書面寫翻俾我咁樣。但系咧，我有啲預期咧，因為個程序裏邊咧，其實我書面寫完俾佢之後咧，咁我交咗一沓咁厚嘅文件俾佢啦，即係全部披露曬嗰啲通緝令啊、嗰啲犯罪記錄啊等等啦。我係喺個程序裏邊，佢係有機會可以寫翻俾我去提問，即係叫我澄清一啲點。但係佢完全一句都冇問，咁就直接寫翻嚟咧。佢就係要我補充一個文件啫，都同嗰個申報嗰啲刑事記錄冇關嘅，所以佢就話睇住我簽證 ，sorry 有啲鼻塞添，佢睇住我簽證，係啊少少係 OK。哦，佢話嗰簽證裏邊咧，即係究竟我係咪真係俾咗資格你之後可以有工作權利㗎？佢就係問咗呢樣嘢啫。咁我不如俾多次個 visa 我睇啦，因為我理解咧係絕少非永久居民去申請成為律師而有通過嘅。咁所以佢哋好少見到呢個個案，佢哋就問咗呢個問題啫。咁係咪我俾個資格你，你係可以工作做律師㗎？咁我俾翻個簽證佢係嘅，咁佢就通過咗啦。我好感動啊！呢件事真係你都冇遇過係你冇諗過係咁順利噶嘛？係咪之前？好啊！我預咗要答一輪問題嘅，即係刑事藐視法庭究竟係個過程係點啊？點解會藐視法庭啊？咁誠信有冇問題啊？我覺得佢會問呢啲嘅，但係佢一句都冇問。哦，咁真係好好啊！咁同埋，喂，你喺澳洲嗰邊就品格良好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香港啊八個嘅通緝嘅人士其中一個啦，咁樣。嗯。其實咁大嘅對比咧，你有啲咩感覺㗎？我感覺呢種對比咧，係我自己刻意去製造呢種衝突嘅。我覺得我製造呢種衝突咧，先至係幫香港做緊嘢。因為我當然啦，即係申請成為律師啦，兩方面，一方面都係要自己長遠喺度生活嘅，要有一技之長嘅，要生活到。第二方面，我覺得都係國際線嘅一種嚟嘅。咁如果我喺澳洲嘅專業領域啦，喺法律界咧，越受到廣泛啲嘅認同咧，或者越高調嘅認同咧，咁其實會製造呢個衝突更加大，會令到本地嘅澳洲人。都諗下點解香港通緝犯嚟到我哋澳洲法庭係 OK 咧？佢哋都要反思嘅，啲政客都要反思嘅。即係譬如律師會本身，即係本地澳洲嘅律師會啦，佢哋從來唔接觸呢啲政治嘅嘢噶嘛。但係逼住佢哋要批准嘅時候，佢哋就要諗啦。咁對尖咪隊到埋佢度，佢都要答嘅。所以今次咧有報章報導我，即係香港嘅最即係其中一個最重嘅通緝犯啦。係可以做到律師嘅時候，記者係問到本地嘅律師會，咁律師會都要答嘅，律師會主席。咁佢就答話咁啊，踢去佢申請成為律師嘅途徑，可能同一般人好唔同啦。咁但係佢話佢好有信心，經過法庭嘅即係一般嘅審視，即係嚴謹嘅審視之下咧，佢係完全滿足曬呢度即係成為律師嘅要求嘅。咁即係佢逼住佢要咁講嘅時候，咁其實都係一種認同啦。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件事係啦，係啊。喂，但係咧，我之前咧，我九月嘅時候咧，因為即係同一時間係有好多其他嘢發生啦。咁即係工作啊，有好多唔同嘅 campaign 啊，即係例如香港個論壇啊咁樣啦，咁要幫手。咁咧我就即係曾經係有一段時間咧，係有一個好嚴重嘅 anxiety 嘅，即係淨係手震啊，即係完全係好即係好驚恐啊咁樣覺得。但係咧，我其實見到你咧，你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 role 噶嘛，即係你係又照顧家庭啦，跟住然之後你嘅工作啦，你要理香港嘅事情啦，你又要義務去幫一啲。流亡的人士啦，咁样，你有冇曾经系试过有一个咁样嘅 breakdown 嘅咧？我又冇喎，可能我本身天生都系比较正面乐观啲，好超嘅，同埋我个人系咁，所以我觉得尽晒力，真系做唔到都冇办法噶。咁天父都唔会怪我，我觉得尽晒力系咪先？咁即系最紧要对得住自己有尽力嘅啫，咁样咁所以冇喎咁。
我都有諗過嘅，即係如果我即係用咗一兩年時間去讀書，跟住法庭最後唔批咁，咁其實即係其實都會嘥咗個嘥咗啲時間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係盡咗自己力量，問心無愧就 O K 咯。我又冇話好大嘅焦慮啊等等咯。即係你淨係覺得啊，瞓少啲啦。嗯，跟住盡量去處理到你手頭上嘅嘢就 O K， 即係你係睇得咁好開嘅呢件事。都係，同埋咧，我覺得過去十年從政咧，特別係喺最後嗰四年喺立法會咧，係你有人生入邊有咩冇見過啊？即係特別係喺19年前後嗰屆嘅立法會，我覺得好幸運嘅。即係我比起之前嗰啲前輩立法會議員咧，我經歷嘅更加要多，即係經歷過歷史。咁所以嗰啲抗壓力係喺嗰度積翻嚟嘅，即係我成日諗翻起比起19年嘅時候，我有啲咩未經歷過，有啲咩可以承受唔到，係咪先？係係係，有一個咧，其實就唔喺我哋個 line up 嘅問題咧，你都可以唔答嘅，就係、是、咧，其實而家因為你係民主黨噶嘛，咁而家退咗黨噶啦，係，但係即係佢哋而家你可能係前黨員，即、就、係、是、一齊嘅工作嘅。咁而家佢哋係諗住去選翻區議員嗰啲，咁你有啲咩睇法㗎？我對佢哋嗰個諗法係失望㗎，即係我都有啲意外嘅，即係譬如其實19年之後，港法之後都兩年時間有多啦，咁見到佢哋立法會都唔選啦，咁嗰陣我覺得都係 OK 嘅，即係保持翻自己嘅尊嚴，保持翻自己嘅風骨。咁但係去到呢度突然間又選，我有啲唔理解。咁我都有啲失望，因為我覺得佢哋自己有，即係我識得嘅佢哋啦，我係有即係個人關係共事咗好多年噶嘛。佢哋係啲深思熟慮嘅人嚟嘅，佢哋唔係輕率嘅人嚟。但係如果深思熟慮過之後都做呢個決定，佢哋明知會得失好多人，明知市民都會好失望嘅時候都要做。咁我有啲唔理解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佢哋入到體制，而不反對體制，亦都不敢高調咁樣講話反對體制的時候咧，咁其實佢哋係體制裏邊嘅一部分，就會變成建制派嘅。咁所以我係佢係行緊去嗰個過程嘅中間。咁我唔知係一種試水温啦，定係有其他嘅諗法咯。咁但係總括嚟講，我係會失望嘅。覺得如果你要推動經濟咧，你就推咗日先，因為日你可以 include 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咁樣啊嘛。咁但係你個夜，即係你無釐啦加整個夜經濟。咁你小朋友其實係要瞓覺，咁你又係咪張宇仁又話你帶阿爺帶個孫女去就你即係呢啲嘢，我係覺得嚇、啊、你講緊乜嘢？即係好似唔係好明咁樣咯。係咯，即係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前區議員同埋前立法會議員啊，你見到而家佢哋咁樣嘅時候，你有啲咩？你應該係感覺比我哋更加強烈噶嘛？係咪啊？我覺得佢係一種混沌狀態。其實他們自己知道自己離地，但他們想盡量不離地，就提一些好事和好民生的東西，他想民生上面有成績。其實我想他自己心裡面都有些失，可能不是恐慌，但可能心虛，即是自己說什麼都代表不了市民，也都說不中，那後來拋一些東西出來看看好不好彩，看看市民什麼反應，那這個拋 A 那個拋 B， 全部都是全部拋在垃圾出來，但是完全沒有冇政策，即係冇研究去支持啦，亦都冇落區啦。總之，我覺得呢個係先天缺陷嚟嘅。你要選擇一個冇民意代表嘅、冇民意認受嘅議會出嚟，就係冇民意認受嘅，即係垃圾嘅建議。咁出嚟就冇民意認受嘅咁低質素嘅人講嘅嘢。咁我覺得即係佢要接受咯。咁但係你睇到佢呢種心虛，佢不斷咁出現咯。咁所以我話一個唔係民主機制裏邊，就會出現一些很錯的東西，而那些錯的東西是沒有民主機制去回到頭的，即是沒有一班即中年逆耳的人告訴你，你全部都是垃圾，你說的東西全部都是垃圾，但是就會在垃圾上面堆積更多垃圾下去，就只會是這樣。真的很大鑊啊，今次。喂，但是我們之前呢有些朋友他們說、啊、其實現在香港人呢，無論你留在香港或者你去了外地，其實都冇一個香港人係真正開心嘅咁樣，咁我其實好同意喎，即係我覺得，唉，有一啲你就係被逼離開啦，咁所以嗰一班唔冇可能開心啦，留喺香港都未必開心。你自己咧喺Adelaide 嗰個區，即係嗰個社區裏邊咧，有冇一啲即係香港人嚟到係真係有一啲嘅情緒嘅問題係真係頂唔順啊？同埋你哋點樣幫佢噶？我覺得嚟咗澳洲
或者嚟到澳洲嗰啲咧門檻高啲啦，都嚟到或者決定到嚟嘅時候，佢哋都已經準備得好啲嘅啦。咁所以我睇唔到啲就係好大創傷嘅。但係我的都的確喺澳洲咧遇過啲同我經歷過同一樣嘢，一齊喺理大瞓咗幾晚嘅啲人啦，或者一齊喺理大即係有被捕過噶啦。咁諗翻起，依然都係仲係未可以完全走到出嚟嘅。咁但係一個新嘅環境底下啫，嚇？你有冇創傷後遺症㗎？即係喺理大之後。我諗翻我嗰時2019年以後見過咁多畫面，會講到喊嘅都係喺理大咯，即係講到自己都會喊嘅係啦，都仲喺理大咯。咁但係可能我啲性格比較即係樂觀啲啦。咁我抗逆力高啲嘅人嚟，我係整體嚟講，咁所以我都可以捱到過去咯。我叫做捱到過去，同埋我係有啲客觀嘅條件，就係我屋企人喺身邊啊嘛，係啦，即係父母太太小朋友都喺身邊嘅時候。即係佢哋好安慰到我，俾到能量我。咁但係比起好多即係後生啲嘅一個人出走嗰啲人嚟講，嗰種創傷會大得多，冇人安慰到佢身邊，係啦，冇家庭嗰個即係幫佢充電。咁佢哋係會辛苦啲。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家庭都係我背後嘅同埋信仰啦，都係一個我好大嘅後盾。你知唔知我細個咧係好曳啦？我同男仔最曳嘅嗰班男仔冚嚟冚去啦啲嘢。其實我係覺得自己係一個男仔嚟嘅喎，咁但係係咪呢個 expression 就要令到我將個性別係寫係 male 咧？咁我一定唔會啦。咁喂，所以就係嗰個分別就係究竟如果我哋個社會冇咁睇重呢個性別問題，咁然之後你其實中意點樣？即係你係男仔，你中意化妝就化妝冇問題嘅話咧？咁其实冇事喎，系啊，系大家但系对嗰个 label 好执着啊，咁于是咧跟住就系你系 he 定 she 咧定咩？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咁即系 OK， 我所以我几 buy 就话你我唔好用 he 定 she，they 就搞掂啦。广东话冇事噶嘛，佢咪佢咯，系咪？即系你喺中文嘅世界，其实嗰个他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我哋嗰個他字咧，即係而家有女字邊啊咩嗰啲，跟住死物他啊咩嗰啲咁樣，其實係好後期咧，喺五四運動之後接觸咗西方文化，見到人哋係咁樣分咧，我哋即係中文裏邊先有啲咁樣嘅分別嘅。其實我哋以前冇嘅，咁佢咪佢咯，他咪他咯，冇一個性別嘅分別，好刻意喺呢度。即係嗰個性別強調太強嘅時候咧，於是咪出現一個問題咯。我要強調究竟我係男性定女性，其實唔係好重要咩？咁但係當然你喺生物上嗰樣嘢係緊要嘅。咁但係佢個 expression 係點樣 express 出嚟咧？如果你大家寬限啲嘅話咧，咁大家唔好執著。咁就其實冇乜事嘅，有啲位係。但係你話啊，你要執著一定要係點點點點。咁样先至系男性，点点点点先系女性。咁于是就越走极端咧，就去到就系、是、哇，又要打针，又要食药咁样。系系。咁其实哦，系啊，系一个问题嚟嘅。你个人系点 ？It's fine， 即系你系一个男仔，你中意化妆同刷牙嘅啲嘢。我觉得系你嘅 expression 嚟噶嘛，呢个系 OK。但系 biologically 系。你肯就係得啦，就係他都有女仔他同企人邊他噶。咁呢一個咧，即係 biologically 係點樣咧？佢就係點樣嗱？我明白有一啲人咧，直情係覺得就算變咗性，你都依然係你原本嘅性別。但係其實我喺呢一方面咧，我就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好 determine 你變咗個性，咁你就係另外一個性別啦，咁樣啦。咁我其實我係最唔 buy 一樣嘢係我。identify as 個，即係其實我永遠都 identify 我自己係一個男人嘅喎，即係心理上啊。That's why 我係同男仔 hang out 啊嘛，因為我係好男仔頭啊嘛。咁我 identify 呢樣嘢，但係 doesn't mean 我係嗰一樣嘢嚟噶嘛。咁嗱，呢一個係另外一個好，即係我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西方社會係有一個咁樣嘅爭議嘅。咁但係同埋有啲位我都唔係。太明白，但係於是嗰、那個嗰、那個佢、那個分嘢咧，即係喺
即係性小眾等等，或者性別研究咁，佢哋就會好清楚講嘅。sex 一個 gender， sex 就係嗰個 biological sex， 就係你喺染色體上邊或者係嗰個生理上面係一個表達物。咁另一邊咧就係嗰個嘅，即係你嗰個表現。在社會上面、expression 啊、那個 expression， 跟住但是那個問題就是那個 gender 呢，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你那個 gender 有太多 expectation， 你是這個 gender 的話呢，你就應該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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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嗯、即是他其實講真認真去想這個問題的話呢，其實最需要破除的只是這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說你是男性、哦、你一定要是怎樣怎樣呢，或者女性你一定要是留在家裡湊仔啊，咁樣諸如此類。即係你只要如果呢堆嘢破除到嘅話咧，咁相對之下呢個男女性別嗰個問題會少啲嘅。少啲啫，唔係全部解決。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有一部分真係出現喺即係佢嗰個嘅性別認同同佢嗰個嘅即係 biological sex 嘅差距係好明確嘅。有一些的 case 呢是真的呢在即孩童的時間，即我可能講的是未上學的時間，他已經 是很明確地要轉那個的裝扮、yeah. okay， 即可能男仔來的，他可能很明確地覺得女仔那些衣服覺得很正，我是想做女仔的那堆東西、嗯，咁即係喺腦部上嘅話咧，其實有即係如果好 biological 咁講咧，有一批人咧，雖然佢係有佢即係佢自己本來嘅嗰個性別正常嘅，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染色體異常嗰啲啊，唔係嗰啲仲由另一啲 case 嘅，但係跟住佢哋咧，可能喺個腦部嘅發育嘅時候咧，佢唔知喺嗰個 connection 咧，就係、是、一個女性嘅發育嘅模式。嗯，neurologically 是有这种状况的。那他们这些人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 Fiona 你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如果他真的很明确，因为很小个就已经一路讲了很多年，是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种记录或者等等的东西可以 convince 到的呢，那这些等等的状况。那喂，如果佢真係喺發育嘅期間已經覺得，喂，我真係好唔掂，係咪？咁但係你都要俾佢試一試嘅，可能係咪？即係我就會覺得嗰個問題就係你太早開始，如果做嗰個 treatment 都係有問題。咁但係如果佢我揀咗個 expression 係邊一樣，咁咪去咯。係啦，嗱呢你呢一個咧，我係好同意嘅。即係譬如我細個男仔佢好中意著粉紅色衫，同埋佢覺得戴手鏈、頸鏈嗰啲都好得意，咁你可以俾佢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冇問題嘅，係咪？即係佢，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嗰個問題，我唔知道，即係我知道有出邊，我有朋友即係即刻就 send post 俾我，有出邊有啲朋友睇咗琴日你嗰個直播咩咁樣咧，可能之前追咗香港台就覺得哇，你香港台係。是反同反咩？散播仇恨咁系咪啊？散播仇恨咁。我觉得那个光谱其实系中间仲有很多空间，唔系咁简单。WD 三个字其实系 Wait Until Dawn 等多黎明嘅意思啦。咁因为我哋想香港人喺黎明嚟到之前都继续团结一齐。都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车仔面和街边小食，真是那么难咩？我终于找到一家在萬錦广场的 food court 里面，他们有香港地道的小食，有咸有甜有酸有冻有热，讲些东西给你们听，他来自黄大仙的街坊，个个都识的大家姐，地址是萬錦广场家乐美食坊，卡洛 express 只此一家，外卖请电905604-8300 905604-8300，记得快点去帮衬啊。哇哇哇，好正啊！
哎呀，唔使斋喺度羡慕人睇到极光啦，自己决定去睇咪得咯。2023年1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属于你嘅极光啦。有人话一生人一定要点都睇一次极光噶，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遥游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电话去 book 啦。在美洲生活揸车梗系唔少得啦，想找一间香港人的驾驶学校，我 William 帮到你。有经济问题的真香港人仲可以有手足价添，路试一剔过冇难度，快啲俾电话我啦。香港台2023并肩同行，依然有你，有你们的支持，香港台继续会紧守岗位做到最好。名谢以下商户排名不分先后：地产铁三角庄新、利安家私、 Scrumptious 黄店、大家好餐厅、郑太保险、 Twins Service 逍遥游、 Tannic Motors 青藏牛肉面、地产威廉、姨妈团购、 Beaut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红、永春方永康拳术馆、 TT Auto Beauty、 We Do Mortgage 太容易 Wax 风、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